谢谢啊、今天啊、各位这个我们教育文化新闻委员会啊、今天业务咨询啊、感谢今天我们的各相关单位啊、首长啊、都来到我们的议事堂啊、首先第一位咨询的是我们朱暖英议员啊、请开始。啊、主席，啊、大家高赞。以下哈是我的业务咨询。诶，咱民国一百年，本省就向咱台中市政府来建议，阮南屯人口非常的多，图书馆非常的缺乏。新的公所伫起的时阵，本省就建议。旧的这个新的旧的南屯公所旧址来作为这个图书馆，好，那当时胡志强市长呢，他也非常的支持，因此在102年编了预算，相关的预算要来对这个南屯图书馆作为规划还有设计。那我想请问我们文化局长。王局长，民国102年就有了预算，那为什么目前旧南屯公所一直都没有来做图书馆，而且是个文字馆？你要不要说明一下？好，议员早哈，跟议员报告，这个南屯的旧的区公所确实呢，原先是规划要作为图书馆之用，对，那编的经费是850万，对，但是呢，文化局呢的几次的招标啊，已经流标5次，嗯、啊、那后来呢，因为刚好有民间基金会，他们愿意呢捐图书馆给我们市府啊，那市长。非常重视我们南区这个图书的资源，那也发现说这个案子流标5次哈、嗯，所以呢，要我们重新思考。那但因为所以呢，市长就决定把这个基金会所要捐赠的新的图书馆，就要求一定要放在南屯，嗯、啊，所以呢，我们现在南屯呢预定、啊、会有一座新的图书馆。你请坐，我不管你新的。要什么图书馆在哪里？当然我很乐观其成，哈，只要是在南屯，我们都很乐观其成。但是这个图书馆102年就编了预算，已经是在执行当中。你们流标了5次，这根本就是你们文化局对这个招标不内行。既然不内行，你就应该要去。向我们建设局，向这些内行的单位去请教啊！根本你们就是不想做，放任他流标，一点效率也没有。102年就给你们的预算了，流标了5次，你还敢讲？这个图书馆有我们胡志强市长的支持，而且当地地方的民众都知道这里要做图书馆，结果放了2年。很多民众都想要进去用，没得用。你看今年的考绩又将要过了，你还是没有做。很多要去图书馆读书的都没有地方，你要再盖新的图书馆，这个你都没办法盖了，都没有整修了，你要盖什么新的图书馆？更何况又不是叫你盖新的，只不过是叫你整修而已，叫你都没办法做。所以本席在这里问你，你到底什么时候可以做？你再说明一下，当协差者，这个图书馆什么时候可以做？主席，你嘛叫伊讲一个话嘞，主席。哎，请局长回答那个议员咨询的问题。好，谢谢主席啊。这个因为当时这个案子啊，一开始啊，文化局的编列也不是编列850万哈、啊，它的需求呢，850万是不够的，所以当时的编列是不够，你要去客服啊，不够你要去增加预算啊。因为呢，不断的减项之后，
所以呢，这个经费确实是不足啊的，所以呢才会造成流标啊。我想你在技术上你要去想办法，你不能放任一个流标啊。啊，那如果呢这个经费呢，如果还有经费的话啊，我们还是在考市府呢啊，很慎重的在处理这件事情。你若无法度，你就去请教内行的人嘛，对不？所以不要再让他一直空在那里，让民众一直渴望放在那里。关起来，让安尼需要用你唔通用，这是恁政府应该的态度吗？所以你好好检讨啦，我不管啦，你今年年底一定要来给我完成，不然我每天都问你。你请坐。我还是想问你，局长，你在台中市担任局长，我想你对台中市应该有所认识的，有所知道。我想请问你。你知道秋红谷在哪里？你可以来讲解好不好？秋红谷呢，在国光客运对面。好，那草悟道呢？草悟道呢，在这个奇美成品，在公益路那边。好，非常有名的地方，对不对？那我们的惠来遗址呢，在哪里？惠来遗址在惠来路。惠来路。啊，荷兰路，抱歉。哦，好，那夏绿地公园呢？夏绿地公园就在市府这边嘛。你们市政府的斜对面，对不对？是。好，这个夏绿地啊，这个夏绿地公园啊，不管以前啊，不管哈，这个周末的晚上，或者是平常的晚上，都挤满了人哈，而且。游客一车接一车，完全都没有空档，非常的热闹，人潮非常的多。你知道是为什么吗？因为那时候歌剧院呢有短暂的开放吧。因为有歌剧院的开放，对不对？还有呢？这个就请议员给提示吧。你身为文化局长，你还不知道，还要我提示？好，你请坐。本席最近接到很多民众投诉，他说我们台中市的艺文活动啊，死气沉沉哈，几乎没有看到什么大型的活动在台中市哈来举办，当然就没有这个机会可以来为我们台中市行销了。去年我们全国甚至国外的朋友都在封我们台中的国家歌剧院，封我们台中的国家歌剧院，每个人啊都想一睹风采。所以啊，国家歌剧院的周边还有这个夏绿地公园里面啊，几乎都是来自各地的游客。而且国家歌剧院刚完工的时候哦，我们文化局办了好几场的这个光雕晚会，让我们台中市人都感动得不得了。这么美的建筑，这么漂亮的光雕秀，当然局长你不是台中人啊哈，可能很难去体会啦。所以自从你们接棒之后，就把国家歌剧院的活动都停止了。我们台中市民自从12月25号之后就不再去，还有游客也不再来，而且没有游客就少了很多的这个观光财，保守估计啊，也有几十亿啦。所以局长，你看，自从您给您接了12月25号之后，所有的活动都停止，黑暗不走，这样不走，我请问。您到底是要来做啥？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你们一来就把所有的活动停止？你知道这个光雕秀有多美吗？多感动人吗？这个建筑有多漂亮吗？为什么你要把它停止？把它弄得黑暗沉沉的？为什么？因为你不是台中人，因为你台中的发展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对不对？你起来说明为什么会停止。好，谢谢主席。跟议员报告啊，
我是台中人，我是道地的台中人，我高中呢也在台中读的，一直呢很长时间都在台中哈、谢谢。那为什么你没有办法体会？我也是南屯人哈、我们都是南屯人哈、跟议员报告啊。青菜都跟我这两个人。那议员要看我身份证吗？你不要睁眼说瞎话，我知道你住哪里呀、跟议员报告啊，我们的活动呢一直持续在办当中，不止在办。成果呢比以前更好，像我们台中妈祖国际文化艺术节今年得到天下杂志的这个金牌服务类的这个节庆活动的第一名啊，这是非常非常高的殊荣。来、还有包括你卖供啊，我了解，你先坐下。妈祖文化节这是当年哈妈祖生，这个是一定要的。但是所有的艺文活动并不是像你这样子写写诗写写散文就好，很多艺文活动都是需要动态的，这样才好动得起来。我们台中市这个国家歌剧院你们把它弄得死气沉沉的，你们对得起台中市民吗？讲了一些什么，这是鬼话连篇。我现在想要问你的那个光雕为什么会要把它停止？为什么电灯要把它关掉？为什么不让它再有那些灯光漂亮的灯光，让我们民众可以一起来欣赏？为什么你们一来就把它关掉，把它弄成这个样子？这是多么多么美的建筑，你们竟然把它搞成这个样子！你应该对得起这个台中市民，我现在就想不呢，来都唔走，都关掉。你的什么心态？你什么时候可以恢复光雕？快点，我没有时间了，我还有一个要问教育局的。好，请局长回答。好，谢谢主席。议员你不用担心啊，我们光雕持续在办。那跟议员报告，我们呢国家歌剧院就是为了要对得起我们台中市的市民，所以在还没完工的工程，我们一定要完工之后啊做最好的建物，然后呢再交给文化部的国表艺，我想呢这是我们负责的做法。那至于光雕啊，议员放心，我们呢已经在筹备当中啊，在十月份就会办，那到时候一定会邀请议员来参与。谢谢局长，你鬼话连篇。里面在整修，外面需要整修吗？外面根本不用整修啊，而且看着光雕也不用这么近看啊，你就把它恢复光雕嘛，让外面的游客都可以来啊。而且你知道你这样把它停掉之后没有游客损失多少吗？影响到当地的发展，没说对吧，人潮都没有了。所以本席要你赶快恢复光雕，还有繁荣来。光雕我们会办啊，但是光你十月份太久了，我说过，而且那个只有里面在整修，不是外面在整修。那个光雕放下去，你知道对台中市的这个经济繁荣有多重要吗？而且那么好的建筑，这么伟大的建筑，国际媒体都知道，大家拢想要看的物件，你竟然不让来。这些年政府安内太多吗？大行弄我们走，不你是要做啥？报告议员，我们歌剧院的外面的广场啊，并没有禁止啊，我们的民众也没有禁止民众来，但是你应该放的光雕，你还是要放啊，你该灯该放的灯还是要放啊，你把它弄得死气沉沉的、黑暗暗的，谁知道那是国家歌剧院？我们要怎么去替你行销啊？又要怎么去替你行销台中市？外面的人只要来台中市看到那个伟大的建筑，因为出力共。我们要来台中市做什么？来跨台中企业国家歌剧院，结果这样你要好建筑，你改用个死气沉沉。报告议员，你不觉得你这样做对不起台中市民吗？死气沉沉了啊！那准备要跳高之前要先蹲下。那外面的夜间，我们的广场灯光也是亮着啊。你鬼话连篇呐、啊！当时在亮着，你到底有没有去看呐、啊？我天天看得到、啊、天天看得到，你还说你住南屯？因为 我在市府上班啊，报告议员。决定你莫安尼啦，台中市的繁荣哈，不要哈毁在你们的手上啦。你知道你这样，你等到十月份再弄，整个国家歌剧院哈，这个
他的这个气氛啊都被你搞坏了啦。所以啊，我希望你赶快恢复光雕，赶快把它美丽的建筑展现出来，让外面的人都知道，然后再恢复我们的台中的观光。我们台中很多不是外地的这个很多人都要来看这个地方，结果你们就是把它弄得死气沉沉，人是被他看。我是为着恁好啦，才跟你讲啦。所以你要赶快恢复光雕，你不能再等到十月份了，十月份太久了。你停掉本来就不应该了，知不知道？前朝好的政策，你们就要去延续，而且还要扩大。好，时间到，谢谢朱朗英议员啊，请文化局哈、重视这个公共建筑这个晚上光雕的问题哈、接下来啊，质询议员由陈正贤议员啊。进行业务咨询，请开始。谢谢主席哈、我们教育文化新闻的各位长官，大家早安，媒体记者朋友，大家早安哈、现在哈、外面在台中市所有的基层都在普遍传着一句话了哈、逢福必反，绑架议会，这好像是新闻局长有各位先进的定调了哈、你不用解释啊，摆明了就这样子啊哈、只要是。胡志强时代所做的事情，好的你们说是不好的，好的构想想办法把它停掉。从十二月二十五号一直以来，一路的动怒弊案一堆、所以说哦，新闻局长有的时候、你也要跟市长好好提醒一下，你是他的亲信，也是他的挚爱啦、因为你是最年轻的啦。预算没有通过的东西，包括台中港务公司，包括一条龙，这些都没有通过的，还没有通过的预算四处晃话。六月底预算如果没过的话，是台中市议会对不起市民还是怎么样？不是绑架议会吗？对不对？你不用讲哈，我也没有打算要让你讲。文化局长刚刚哦，朱朗英议员在讲的哦，在生气也不是没有道理的。现在台湾很多光雕艺术工作者很缺乏表演的场所。你国家歌剧院只是在内部整修，整个安全你再重新评估再整修，外面是好的，对不对？你也是可以提供一个场地，让很多表演艺术工作者在那边尽情的挥洒跟发挥啦、是不是这样子？文化局长从善如流，要多听听议员的建议好不好？可以吗？可不可以？局长请回答。好，谢谢主席。跟陈议员报告，我们光雕啊，并不会停止啊，还是会继续举办啊。我跟你讲哦，一个城市要它伟大哈、不是没有道理的。一些很大的，而且很有艺术的这些展演，你让它每个礼拜固定来个时间，我相信可以吸引很多外面的游客前来我们这个城市观光。而且以你这个浪漫感性的个性，我希望。也把我们台中市塑造一个让更多的年轻人喜爱来的都市，好不好？这个我们当然会持续努力，谢谢。麻烦你加油了，好，谢谢。教育局今天有列席的官员有几位？请举手。一月份以后到职的，请放下。全部都一月份以后才到职吗？今年一月份才以后才到任新职的，请放下。有定力吗？讲，而且再来吗？局长，去年十二月二，我说今年一月份以后才到职的，大家都一月份以后才到职的吗？是不是？我是去年十二月二十五号到职。一月份之前到职的举手啊！你们大家都是104年一月一号以后才到职的吗？是吗？之前到职的举手。副局长。副局长，接着你也教育团队了哈，连听话都不要听啦，我就足烦恼讲恁教育唔知办得好未？局长，你12月25就这是不是？来了139天了哈，到今天了，有几个问题，本席想就教于你了哈。台中市的闲置教室有多少间？请教一下，教育局长。主席啊，谢谢陈议员，国中国小加起来大概1200间教室嘛，对，危险教室有几间？
危险教室其实这个用这两个字是比较难定义的，因为我们补强的也要用建筑技术规则 的比较专业来讲，应补强的有几件？应补强的我知道说大概是要新建的哈，待拆的大概9校16栋了，9校13栋。9校13栋，那请教一下哈，目前这13栋有没有在使用？啊，没有，不，有些可以使用，就是因为目前有没有在使用？它没有达到那个，它只要达到那个耐震的一个系数以。应拆未拆的嘛，哈。对。目前有在使用的几栋？只要是危险的，已经是在那个系数以下的，绝对连用都不敢用。应拆未拆的，目前还在使用的有几栋？我的数据应该是没清楚了哈。不，13，大概13栋左右。我跟你讲了，你目前13栋都还在使用了，有1000多栋的教室是闲置的，对不对？一千多间的教室是闲置的。教室有13栋应拆未拆，目前还在使用的，明显的告诉我们，目前台中市29个行政区里面，教育资源严重的分裂不均匀，对不对？这个我们都已经专案在做，而且都有进度管控。你都每一次都专案了，都要管控了，都有在进行了。刚才讨论猛攻，你们谁是1月1号以后就到任的归拢榜了？你们教育局真的是完全螺丝都没有办法松，没有办法上紧了，松得太严重了啦。目前的1000多间的教室能不能改为长青老人教室，可不可以？跟陈院报告，确实我们都做多元的规划，校内可以使用的，他透过课程跟教学的转化，活用它的空间，我们也尊重。那如果是社会局、卫生局或跨局处，甚至一些社会团体，它可以用的，只要符合规定，我们也愿意提供这样的闲置空间。我跟你讲啦，要主动跟社会局联系的。社会局之前在民政委员会的时候在谈的时候，他有意识要做一个长青的教育，放在学校里面，让能够托老又能够托育。小孩子来的时候，爷爷可以把他带到学校去，然后也可以在学校学一些东西，活化教室空间的使用，不要变成是又是另类的一个闲置空间了。陈院，这个有跨局处的会议，我们护士长有来主持，那也都有。我跟你讲哈，对，你这个跨局处的会议哈，如果没有办法把它定为一个谁是主要召集人的话，也是空谈啦。因为潘护士长是管教育的啦，张护士管民政的啦，谁也不鸟谁啊，对不对？你别搞公没嘛，对不？官话一样会啦，讲了多久了？真的有在活化吗？当然有，当然有。有活化，调这些白眼啦，天文教室啦，太平国小，我的有某。太平国小现在就作为女儿馆，那么社会局也在规划亲子馆，还有我们现在要办一个老少共学跟共餐的一个方案跟计划。我希望哦，整个闲置的教室赶快活化使用，让整个区域包括社区的这些长者有一个空间可以再学习，然后幼儿又有一个得到一个妥善的照顾，好不好？谢谢，谢谢。那请教您一个问题啊，我们现在有一个学前身心障碍学生鉴定安置审查会议，这个你知不知道？我知道。每一年审查几次？我知道至少一次吧，是几次？两次，以学期为单位吗？你这个会议哈？抱歉哈，这个有需求我们就召开这样一个健辅会议。也对了哈，但是我跟你讲了，每年至少都召开一次以上啊，对不对？对，你也不算是很清楚了。由学校有需要的学校送出来，然后经过我们这个会议通知家长列席来说明，是不是？主办的是哪位科长？我是请科长特教科。对，这个就是有需求的家长提出向学校提出申请，那学校送健辅会来审查。那我请教你专家的意见比较重要还是家长的意见比较重要？这两个都很重要。乱讲！我跟你讲多重障碍生学前教育，
家长从出生看到他能够就学，满心喜悦，一则以喜，一则以忧。这个小孩子要融入整个一个社会的大家庭，家长要担得多少的心，你知道吗？到了会议里面去说明，他跟这个跟所有的委员讲说，这个小孩子是多重障碍生，他有怕生的症候群，他希望先到这个学校的护幼，先熟悉这个环境，先熟悉这些同侪，然后再让他进入到一年级去念。我之前我请教过你科长有吗？啊，对不对？对，是。你说还是要听专家的意见。专家意见比较重要，是不是？换成是你们的小孩，你们愿不愿意这样子？一个专家有意见，不行，不能反读，这是什么道理？我请教教育局长，如果今天你家里有这样子值得更加被用心去努力去照顾的小孩子，你愿意这个样子吗？跟陈议员报告哈，哦，我不知道指的是哪个个案，但是这样的问题其实都有一个补救的方案，甚至是有他有入学的权利跟机会，你不用担心这一点。我跟你讲哈，这个会议还是要以家长的意见为最主要的，不是吗？是不是这样子？两位谁可以跟我答复？对于这个孩子的那个鉴定啊，要经过专业的评估，如果他达到了这个评估的标准，就那我请教你了，暂缓还是、那个、你口口声声都是跟我讲说要专业的评估了。如果这个小孩子骤然让他进入一年级，有产生一些不适合或是不适应的状况发生的话，谁要负责？是护士长，你可以负责吗？陈爷，我补充我们科长的一个说明了哈。其实专家的意见，一切还是为了孩子啦。就是说，他从专业判准里面来思考什么样的位置点，什么样的一个学习环境对他是最适合的。就像我举个例子好了，我们说要提早入学，有人差个三天啊，他说啊，才差三天而已，我是不是可以？可是规定跟我们的的一个。要求是这样，他就是除非他有提早做一个鉴定，提早入学的来这我举个例子一谈、啊、那这样的安置呢，一定会有一个去处。我跟你讲一句实在话了啊、哦，万一这个小孩子到了一年级产生适应上的不良，或是他的整个一个情况更加加重的时候，学校能够负责吗？这些专业人士能够负责吗？不可能，为什么？还是丢给家长，是不是？谁负责？受了伤害是谁受了伤害？家长跟小孩子受到严重的伤害，到时候只能够说一声对不起，我不晓得会这个样子，官话，对不对？个案的讨论，每一次都要让家长备受折磨、备受委屈，到会议上面去大声的疾呼，希望我的小孩子要怎么样怎么样。专家学者一句话，不行。你的状况不适合，一定要入学，这是什么鬼话？敢不敢跟我打八票？我小孩子如果念一年级的话，进去之后如果产生任何问题，台中市府负完全责任，要不要？敢不敢？这个、敢吗？立马免排要多少责任啦？个案在我这里啦，好、哦，等一下你们可以来看看了。OK， 我相信只要他。我们的专家提供的建议也一定不是让他没有地方可以去，一定有一个最适当的、最符合他的，但未必是跟家长是百分之百致的。我跟你讲，这个个案，所以每一个多重障碍生学前，为什么家长有这个诉求、有这个希望、有这个需要，一定有他的道理。因为每天小孩子他都是心肝宝贝疼在心里面的，不可能会让他再面临更多的一些挫折。你知不知道这个道理？请坐、啊。副市长，请教一下啊、哦。台中国中小里面，除了专职的这些教师职员以外，还有什么协助我们学校的团体？
主席，谢谢陈议员。议员所指的是团体还是有些什么样的？就比如说家长会还有什么？如果一般来讲，现在比较热衷在参与学校一些相关校务的有家长的团体哦，比如像家长会啊，或教师他本身也是内部的教师，当然还有其他的这些公益团体。我今天要向你建议的哈、哦，是要跟你请教的。议员请指教。爱心妈妈工作队哈、哦，是协助学校的交通、导读，包括故事哦，很多很多协助学校的教学、交通，什么都有。但是哦，他比一位守望相助队的队员还不如。举一个例子，建景国小爱心妈妈工作队成员有120人，你一年给他们多少经费，你知道吗？哎，清楚啊、哦，清楚是。保险费30000块，没有办法全数加保。行政费一个月5000块，一年6万，9万块的经费，他们要出钱，而且要出力。平常什么都没有，连一个保险费都不够。我希望你能够重视这个问题。是是，好，谢谢，谢谢陈议员。好，谢谢陈正显议员。接下来进行又咨询的是谢明言议员，请开始。好，多谢主席，各位大家好，早哈。我们请新旅长熊孝林、熊引导的局长哈，我请伊来者。请回答一下哈，新闻局长。哎，请新闻局长哈。谢谢议员。这标语一下，你看，你念一下，念我听一下。电影园区会不会成为第二个歌剧院？你看你会不会？会不会成为第二个歌剧院？你现在中台湾电影园区编了多少经费？你告诉我。中台湾电影园区水南那一块嘛。水南那一块12亿，还有雾峰。水南那一块是12亿，雾峰那一块是7.8亿，还总共多少？这样接近20亿。20亿哈，是歌剧院第一次编多少，你知道吗？好，22亿左右，然后追加到多少，你知道吗？四十几亿。四十几亿，你结果呢？四十几亿还可以完成歌剧院吗？是还在追加，还有很多没有做完的，有60%了，40%了，70%了。有没有？抱怨据我了解，四十几亿应该就可以完成，应该四十几亿就可以完成。对，你只要隔间四十几亿可以完成吗？你保证吗？你根本唔办嘛，现在一年内，你都唔知要上一个隔间，你又不是你的主管内务，是你的主管内务吗？报告不是，但是之前有讨论过。你波四十几亿完成，还叫李明昭哈，感谢你哈、哦，你无搞错，你出。我想说，你现在水南的摄影棚现在是怎么样？进度怎么样？包议员，现在的进度是这样，就是说我们在上任前他们就已经完成了 OT， 那我们现在的进度就是说因为他预算12亿嘛，那现在在进行设计跟设计跟规划的阶段。现在进度怎么样？进度有没有落后吧？进度没有落后。落后现在是超前吗？算是在进度上。他是属于 OT 嘛，你去过你看过吗？你有没有去过？有，我有去过。好，你那雾峰，我看你今这次雾峰雾峰的那个摄影园区，你编了7.5亿嘛？7.8亿嘛，我看你是7.8亿，你会现在目前来讲是进度怎样？进度是符合进度。你现在就今年就编了2亿多嘛？3000万而已，今年是3000万而已。但是我看你的预算是写多少？我看你今年度的编建预算什么主建筑物，2亿3400多万。是吗？包议员不是，104年是2346万，105年是3亿546万，106年是4亿5107万。那你编2000多万做什么？2000万住现在的基本的设计规划，还有前置的一些整个设计。好，那么我请问你，如果这样预算会不会再追加？包议员不会，像科技那样。包议员不会。你有把握吗？有把握。有把握哈，对，就容易摸。罗一模，你莫现在一年了。不会不会，我告诉你啊，你现在做这个中台湾社联系有什么作用？有实质利益吗？或者是做类似文传方面？你告诉我一下，你的企业到底是内容是怎么样？我也没有看过。是水南那块还是雾峰那块？雾峰水南都一样。哦，好，那我完整简单说明一下，就是说整个台中要打造成为一个创意城市生活首都，影视发展是非常重要，就像议员长期以来都关心整个影视的发展。那中台湾的电影中心，它本来比较是它规划就是比较下游、比较下端的。那我们希望说，这个在水南的中台湾电影中心，它除了有放映的功能以外，最主要是我们希望能够有资料的典藏，我们希望能够成为一个电影的资料库。
你一个电影馆你就12亿了哈，对，摄影中心7.18亿了哈。我想你就整个企业，你这是属于一个 OTIM 是不是性质？我想台北市很多这种 BOT 啦，什么的啦，一大堆被外界都出了很多毛病嘛。是，我想你看得到嘛，哈。对，出点问题。我现在担忧，我们市政府编了总共将近20亿。嗯。然后这如果这电影摄影电影的摄影区，包括电影馆啦、摄影中心等等，如果没有办法照你的预算、你的如期来完工的话，还接衰预算的话，就像歌剧院当时也是信誓旦旦，20亿没问题。台湾塔80亿没问题，现在台湾塔是要150亿。嗯哼，哦，你勾建44亿，它里面还有很多软体设备，还有很多还没有做好了。我看不是40几亿的、我担心你现在新接任的，你要魄力，你要要求厂商哦，一定要照这种进度，照这种经费来完成这工作。100%认同议员的指示跟指教。我们在上任之后，其实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你有没有把他的企业是拿来检视一下？看过没有？有，你看过你说哪里不合理了？抱怨完全合理吗？抱怨现在是这样哈、哦，就是说雾峰那一块还没有 OT， 因为雾峰那一块我们还在评估是要自己经营还是要委外。雾峰那一块土地征收了嘛？好像剩下一户还没有征收嘛？对、哎、对对对，没错。对你那一户将出去，如果不搬的话怎么办？不会，那个今年年底以前我们一定会排除。要怎样排除？对，今年年底以前会排除。我看你每次都没有问题哦，是没有问题，有魄力哦，对，会有魄力，哦、会有。好，你那个到年底可以跟。征收完毕是价格问题吗？他是占用户。好，对，所以我希望你那个整个那个企业内容哦，可以一份给我吗？可以，可以一份给我哈，没有问题。我想你自己也要谨慎，要看一下，不希望说像台北市这样发生一些哦一个 BOT 的事情啊，哦松烟啦、啊、或者其他等等出现。对，哦一个后来哈、哦，你觉得台中市这个？有像电视的收费，你觉得高不高？偏高，偏高哈、哦，你自己觉得偏高嘛哈、哦？是，因为我接到很多选民说啊，我的家贵哦，跟老爸花进我看借我进到565嘛。是，那、啊、你如果觉得偏高，应该哪一个价格比较合理？鲍议员，我简单报告一下，现在其他都的平均了、啊、哈、嗯，现在全台湾的平均是540元，六都的平均是519元，所以很明显的，我们台中市是偏高了。好，偏高你要怎样处理？你告诉我。哎，议员报，我前句话没听清楚。你觉得偏高，你有办法叫业者降到标准价？我们不要说一定要低了、对，平均值可以吧？有办法吗？报议员，我你应该说没有问题吧？你应该说没有问题。我简单说明一下，你刚才回答问题的是没有问题。好，所以你回答这个问题应该说没有问题。好，是不是这样？好，你做。我会努力，努力。不要想努力，你刚才一直讲，你刚才讲的话没一直说要努力。预算也说没有问题，什么都好，玩过也都好。结果你讲这问题，你就说要努力哈、哦。你要说好哈、哦。好，那我问你啊，我看你编的预算对奖励一些电影哦太少了吧？对对。你既然做个中台湾摄影区，开20面，给各地播了，你不要奖励这些事哦，抖音啦、鸦片啦等等，才编了多少？多少钱？3000万。3000而已嘛，够吗？对对。你花硬体设备花了20亿，然后要奖励这些有为的导演、好看的有意义的电影的话，应该不是变那么少。要奖励嘛。现在台中市是文化都市嘛，对不对？文化都市应该是要有这种文化素质嘛，是不是这样？啊，你请坐哈、哦。谢谢议员。好，我请教教育局长哈、哦。我们12年国教，我想主席不看了。好，再帮你哦，好，把紧局长你来叫一下，局长。别的局长哈，我劝告你了哈，你的我们十二年国教，我看我们12年中台中市、台北市、新北市，他不跟着教育部走，我们台中市是要跟着教育部走吗？或者要跟着那个新北市、台北市走，或者自己有自己的看法？你讲一下。包括谢议员哈，大概基北七的问题是出在说他要把那个分得更细啦，哈。那我们的目前做法是你说你的那个标尺，对，标尺目前我们模拟过也试算过是没有问题，我们有所谓的111。所以你认为说你还是跟教育部走比较适合，或者是他跟台北市？那他应该说以他的为原则，而适合我们中投
因为我们中投是一个就学区嘛，哈、嗯，的一个分发作业的模式跟抄笔序的程序跟方式，我们是有自己的。你是说原则上跟着教育部走，然后自己有自己的方法？哎，自己的。我想你再比较一下嘛，新北市、台北市是比较好呢，或者教育比较，你自己要一个原则。对，哦，我想应该是说。这样的模式确实是适合我们中投地区的。哪一个模式？教育部自己，我们自己，我们这边的模式啊，所以不一定要跟着教育部走嘛。是，对，那是很好嘛。我想说应该是这样做哈，不然说实话，家长无所适从了。哦，是不是这样？还有，我昨天看到范议员提到这个做办账号在我们附近嘛哈，做办竟然是五洋集团那一楼他们标去做哈，然后我看旁边有一个白色的那个圆球，类似那个鸡蛋那种形，那是干什么的？我最近经过看了很纳闷，那是做什么的？桌办旁边有白色的圆球啊，类似的很像小鸡蛋的感觉，你去看过没有？我经过，我经过。你、哦、要是 我去过桌立，和五洋集团有关系吗？那个是有关系的，我是更详细一点，请、啊、你讲一下来做说明，好不好？是，谢谢主席，谢谢谢议员哈、哦。我想，洲际棒球场旁边的这一个哈、哦、迷你小巨蛋哈、哦嗯，这个是我们1998年的时候，市政府跟五洋集团这边有签的一个，就是他们做的。这个是他们的第一期的工程里面要我们要求他要做到的一个多个。那它里面是要做什么？里面要做什么？它里面有包括哈、哦，里面大概12000黑北左右，然后它是分成三层，它主要是一个要做什么？一个举重场哈、哦，然后它是可以作为羽球场，场内是体场的方式，是这样，是不是体育场特有地方？是它的体育馆的方式，多功能的运动场、啊。对，好，你现在我看所话解说，你们租金那么便宜给他哈，这边我扣了哈，应该不了，我要收嘛。应该是这么说，因为我们之前哈、哦、那个跟还有他的没关系，他的环评有通过吗？环评之前这个案子，这个开发案也是有通过的，有通过是。但是我看你们的进度落后很。这个案子的进度目前是落后。我想如果他已经又延长了270天，然后又没办法达到的话，我希望局长应该重新预约他的哦，不好了哦，他的上委的契约违反嘛，哦拖嘛拖故，你们给这么多时间，他也是没办法做好嘛。所以刚也叫不好做换瓦廊也塞呗。哇，北京也是呗。包谢议员，我们现在我希望说，他既然超过时间负起定啊，像这样的话，你是加一增加嘛？像这样违约超过时间，我是认为应该是，哦，如果时间到还没有办法，要取消，重新预约。同时，我觉得那租金的话便宜，重新再调整，不然要收回了。而且你的租金嘛，跟我讲不准的吼。我一边我亏的啦吼，我涨了，我看我看唔到，我一边我亏。我还去告我爹哈，所以我现在是要求局长还有副市长，如果他们到六月份没办法履行合约，他现在20%几而进度而已，绝对是没办法按照标准来，所以我们需要废掉他 A， 然后重新招标，重新找别的厂商，重新招标了哈，然后再来就是说价格每平的平数绝对要调整，可以吗？报告。谢谢议员的建议，我们会把它纳入我们的一个讨论的。当然，你那么便宜，到时被人骂死了。哦，不管是全草定的，不管了。哦，我们现在整个房地产价格都拉很高嘛，随便开农地，我知道就要300块、500块、200块，面临道路了。哦，所以没有这规划里呢，也别说了。所以我希望重新细、重新定呢、重新议、重新招标的价格要拉高了哈。谢谢议员的建议哈、哦，这个我们纳入，一定纳入一个讨论的范围。速度小姐哈，葛定华，我劝告你哈、哦，我看你这又一条龙哈、哦，那个补助利益不错了哈、哦，但是你的营养午餐哦，目前我看你有22所公立幼稚园哈，你这补助营养午餐补助国中小嘛，高中没有吧？也包含，包含高中，嗯、包含中我们自己的学校。哦，我们的就是东山，类似东山高中那种了哈。但是你公立幼稚园有没有列入补助？他应该有一些营养午餐吧？因为他有一个公立的幼稚园、啊，好像我们这次没有把它放出来。我想公立幼稚园事实上也是属于公立吧？哈，我看一下有前天的嘛？哈，我归刚的嘛？哈，甚至也有半天。我看他也有我看你们编的预算也有午餐餐点类的嘛？哈，如果这样的话，是不是也可以？既然是又有一条龙补助，那么营养商是不是也把公立幼稚园补助下去？你觉得可行吗？你评估一下，对，要多少经费？
既然你被剥走啊，对不对？你又有了一条龙，你又剥走了呀、啊。哎，你是不是公立的？我现在是针对公立的幼儿园哈。我想是不是营养午餐这方面有几天的没半天的哈，也让剥走一杯，可以不可以？我们纳入研议好不好？我希望能够了哈，你不要只管纳入研议而已。还有你这个什么推动非机改职才入下营养午餐，这什么意思？非机改。我想这是所有的人的期待跟盼望了哈。如果我们的食物里面有这个都是可以吃到非机改的话，那这个最好。而特别是我们自己台中的农民生产出来的非机改的食材，哇，那又更棒。那所以这个目标是我们要。但是你非机改加贵呢？你再补助那五块钱哈，我看你非机改哈，我可不搞。虽然逐年提高。你我可不搞数量少，实际上也我都所谓。25万呢，总共有23,000多名的血统吃到呢，够我多，够大家好，那我都推动这非机改。现在目前有几个学校推动吗？有吗？如果可以的话，当然是希望每个学校。目前还没有嘛？目前还没有推动嘛？有几家有推动非机改？我们现在是希望说学校至少有一餐，如果你要使用到比如说豆类、黄豆类，现在没有关系。我现在是说你到底学校总共都有吗？或者是有几所而已？你告诉我有几所在推动非机改，有用非机改营养午餐有吗？有几家？有几所？你不知道吗？哦，你把给哪里？跟谢燕哦，大概每个家都会往这个方向走，但是精确的那个数据，我可能要去了解。好了，我是。谢谢建议，谢谢。好，时间到，我们谢谢谢明言议员。接下来的业务咨询时间由段伟宇议员开始业务咨询。主席、副市长、三位局长、所有一级主管、本会所有议员先进、各位媒体先进，大家早。时间的关系啦，吼，所以文化局啊、新闻局，我就先给你问一下，简单问一下，我们是不是七月份有一个叫做优先公车？专用道特别启航，有这件代志啊不？有没有？报议员，这不是新闻局的业务，但据我了解，是7月8号上路。那是谁发布的？交通局。交通局自己发布，跟你无关的嘛。新闻稿会透过新闻局按传送。所以啊，对。啊，新闻稿明明你发的啊，是不是？是。啊 ，BRT 的钱要不结算，要变成优先公车专用道去图利私人的公车。你有没有问过议会意见？还是您欢喜安怎讲就安怎讲？就不要老是家己会看无起，家己会看到细汉的是不？领导图章是不？你们新闻局内底要做的任何一件事情，没有透过议会，您就做哦？您讲安尼就安尼啊？那你马仔就卖来遮受质询啦？可以这样吗 ？BRT 是一回事，公车优先专用道是一回事呢。BRT 要未结算，要改变作公车专用车道，唔免来议会大家讨论吗？你7月8号就上什么路？你等于甲林佳龙讲看卖咧，即摆是看到鬼是唔是？啊，林佳龙即摆咧选总统呀，啊是咧选皇帝，伊讲的都准算呀。当众台中市民开20几亿呢，和 BRT 呢？你今仔要将 BRT 废掉，你免结算，结算了你再去做公车专用车道，是唔是安尼？你新闻局发布才给你们创啊？你新闻局都马屁精是吧？专门搞马屁的事情是吧？好好的回去领导，不要做那个见不得人的事。议会也要尊重啊！你把议会当作啥？领导的筹码是领导的细汉的。因为时间的关系，文化局就是时间在跟你讨论。好，谢谢。教育局，我请教就教育你，在未来的这几年内底，在胡志强的政权内底。已经提到两个国际性的赛事，目前的筹备情况怎么样？你简单半30分哦，30秒有你报告一下。目前啊，不要称呼了，总要底下讲啊。好，谢谢。我们已经成立一个筹委会哈、哦，那么有专家学者来指导，还有我们的事务团队来一起来努力。那么就是我们也会有2018、2019嘛，对吧？对。F 不？2019，嘿。两个人2019不。花博是2018，我们负责的是东亚青的这个是2019。2019嘛，是。那几个人在那里筹啊？筹备委员会
大概处长大概几位？31到45位。啊，场馆呢？没问题吧？来，我请处长来，赶快跟议员做个说明。场馆呢？是，谢谢。你啊，你们浪费我时间啊！是，因为我们办理的种类是12种哈，十二种，所以现在包括游泳、水上运动，我们现在规划在中正。你话代理补方啊不？目前举办种类的场馆没有是没有规划在大理跟雾峰，所以啊，教育局长，你请坐啊！你我今日看来看去，恁教育局即马坐伫遮会做工课无来，就说食饭放屎拢坐伫遮。这么大的运动会，我代理补方27万的人口。你有听到无？参一个场馆伫我遐都无，什么地方最有条件来讲场馆？一个就是我武峰的功夫国中小，欠一个场馆，欠到要起笑的，你都唔可以。一个就是我的代理立新国中小，两个风雨操场，迄、那个所在来起场馆，拢会用起很多的赛事。你敢有想到？你敢有想到？无嘛，对吧？教育局长，你唔知啦，怪你无理啦。但是我就跟你讲了，今仔我看到应该教育局嘛，几个做工课，有做工课无来啦，派一个食饭放屎坐伫遮咧跟我讨论啦。你知我偌济无？你看，一张、两张、三张、四张啦，罄竹难书啊！你读册人啊，这不是罄竹难书无啥？幼稚园这两天啊，拄咧抽卡，有够现实的，闲置教室这么多，幼稚园的小朋友抽卡，有没有这回事？局长有吧？有吧？难免啦，公立幼儿园。怎么难免？为什么闲置它？为什么不幼稚园给一挂？这么奇怪嘞？不是要让小朋友的家长去选择学校，而是让小朋友的家长垂明代来关说要去读学校，这样的作为对吗？这样作为对吗？您今天要办亚青运，第2019，你今嘛阿公代理不忘啥都无，你今嘛动作啥？你当作啥物？你莫认为胡志强有国际观，摕一个国际赛事回来，伫恁的手下头青菜布布的高差啊，板高差是不？会把脸丢到国际上去啊？好好的建几个场馆，让很多的赛事，让全台中市平衡的来发电。哪个地方有适当的场所，开一挂场馆，和那个学校可以永续经营啊？比方说，你的乒乓球。或者你的羽球，为什么一定要坑你的台中市呢？原台中市呢？我台立武峰人才济济，为什么不能坑你我的所在呢？比方摔跤，比方空手道，为什么不能建室内场馆和我的国际型的室内场馆坑你我台立武峰呢？局长，都要考虑看卖呢，思考看卖呢。台中市的发展是要平衡的发展。而不是只是蛋黄的发展，我跟你讲，你也无力。当然是要多，多元均衡的发展了、啊，没有错。你有没有均衡没？因为今年的2019这只有12项的一个比赛项目了，那么就说他所需要的场馆可能没有到那种要这么的多，所以在分配上一定要能够在这个期限之前有完备，而且达到国际标准的。你今年我要交通不好了。不，其实代理加不会发电，大家都。快掉了，含我这刚从外地来的人，我知道说哇，那个人口不断在增加，非常好的居住条件，我也都很清楚。那文教也很兴盛，是好地方。那可能在我们考虑说，在2019要赶快准之前就要准备好，要达到国际的标准。那可能好啦，你卖都拖啊，你卖都要拖啦。你若不爱地方发展，啊，你就试看卖啊。所谓的城乡差距拉近，就是把很多国际的赛事。平均分配在每一个地方啦，不是你讲来讲起一个，那叫做啥？人叫做巨蛋呢，你那叫做煮熟的半个蛋呢，啊，坑他妈，靠笑死人！你那个蛋啊，去外国人来看到，伊来不该笑到嘴齿落了了，我才悠哉你。怎么会是这样呢？为什么不把这12项分散，然后让城市发展能够均衡呢？还是集中，还是在某个点，哪一个点比较好？你认为水南这地上好吗？你就只有水南这地发展到台中市就会爬起来吗？是这样的理论吗？我清清菜菜，你教育局有多少你知道吗？50分钟就讲不了。你们这一个团队啊，局长你新来，结果5个月过去啊，有没有感？有没有感？没有半点有感。
台立太平 学统的营养午餐收费不一致，修理不平均，有没有这个事？小教课，小教课抵达，有没有这回事？跟议员报告那个体健科的业务，体健科有没有这回事？报告议员，他那个各校的午餐的价格是午餐供应委员会他们自行决定，但是校对校之间他稍微是有点差异，没有错。为什么要有差异？为什么？我不懂。报告议员，他因为每个学校他们的需求讨论的午餐内容会稍微不一样，所以真的稍微会有点差异。再来讨论了，两个人再来讨论了。局长，今晚我觉得好好，叫做开 open 式的这个空开放空间，大家拢无围拢围墙啊做格格啊。较早啦，围墙啊关关，那要入去运动利用的人，经过大门摄影机看到，入去出来拢看。今晚要创 AA 啊，都是刚来压狗压尿入去，不良少年暗时跳过，这些谁负责？什么叫做 open？ 我不懂，我不懂，你等一研究者，真的是。我衷心的跟你讲，我现在很少走入校园了，我这把真汗呢。为什么我很少走入校园？因为现在教育的东西太多的东西，我无法度接受啊。哈哈，教室暗时营营，为什么没人提供我社区英文、日文啊、识字教育、才艺？为什么没人开放运用？为什么足侪礼堂都未使租予民间来使用？哈哈。一个水电，一个不加修理，都要找教育局。为什么他没有能力让自给自足，或者自己然后少依靠教育局？这观念你敢有建立？跟段委报告，卖强化啦，我都还未讲煞，你赶紧要创？你遐讲，等就五十分钟，我话你讲。我做半行在讲啥？听我讲，你都搁听袂了，搁轮到你讲。局长，真侪人拢跟我讲。所有的老师啊，有的年纪到了不适教，你有问题啊，你真正的有问题，这是借口啊。四十五岁以上的，人家阿嬷带孙啊，你就叫他去做行政职啊。四十五岁以下调起来做教育职啊，把学校分成行政教育两个体系啊，你敢安尼做？你上来了，一百五十天开去啊，这阵啊，早期拢总是。伫胡团队食饭放屎，我今仔天真大声甲恁讲，如果我今仔啦，不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来甲遮讲了，我无甲你好笑的，你敢明仔日再食早顿要富富嘞？我先甲你讲，你看你玩烂，多烂呐、啊，严局长，多烂呐、啊，啊，尤其啊，尤其啊，我再三。伫顶任的时阵，局长的时阵，甲讲爱甲做电子书包，电子书包啊，讲甲足好听。同龄国小优先示范，建民国小也给一部分先来示范。换一个市长，煞无去，安那无去，看我无去啊，看我在参政下，参政囡仔无去啊，唔是唔是安尼？局长，你敢知这件代志？你知影无？我知道电子书包它有，你知不知道这一回事啦？我知道去年有这样来做示范，到哪去了？到哪去了？据我了解，好像也还在示范当中嘛。那因为这个电子书包其实是有各自的主张。去年的九月份，教育局哪一位主办呢？多谢主办站起来回答这里，多谢主办呢？主办单位。电子书包嘞？跟议员报告一下，电子书包去年在推动的过程中，好像前主任有做处理，那处理的状况不是很好。那今年我接手之后，什么叫做处理状况不是很好？对，就是联系电子公司免费已经上电子书包给咱，是恁的副局长亲自讲的，不要办下去了，不是吗？没有跟议员报告，我们目前有在跟几个愿意捐赠的一些厂商在做一些细部的沟通。一点么钱你就要捐赠吗？不能变一点预算给我参政的囡仔用吗？你死人都要用卡油吗？唔加钱呢？我断路伊嘛出来去呢，但是唔是我该出的呢？你们怎么不要脸？一天到晚找看什么人来给你关，阿那无歪做咯，免做咯。
报告议员，目前秘书室的处理方式有三个方面，一方面就是由惠文高中的部分来做教育部争取预算，那第二部分就是由局端的资讯预算来做处理，第三个部分就是由企业的捐赠。那目前我们有很尽快的在研拟这些方案，我们希望能够在 你想我去警务厅讲这个时阵，我要囡仔提到无？没有没有，今年你看嘞，你看嘞，我们会积极来处理，对，积极，对。两年啊，积极。局长，你有听到吗？积极处理啦，这都是对我的态度啦。段议员，他刚才所讲的哦，确实都在进行哦，都有在进行。我就问你啊，是不是等要来去警务厅搞我段落去讲这个时阵，我囡仔才提到啊？会啦。你看嘞，这个段议员，你看嘞，你当时我林佳龙落任，也是选袂掉的时候，换人的时阵才提到嘞。你们不要这样子跟我打混话，你讲你教育局真的有够烂的，我也不认为你五个月过去啊，你是不是烂惨了？人常常跟我讲一句话，国民党是烂娃翻译啊，烂透底啊，你是新栽种就开始烂，啊有什么差别？一个烂娃，一个准备这边烂娃这边烂，有什么差别？烂娃能力吧？台湾人有啥希望？那像你安尼教育有什么希望？每一个下闲置教室这么多。幼稚园每一年每一届都要来抽卡抽啥？难道就不能扩大让这些幼稚教育在公立的学校好好的为咱家己的乡亲拍表？太济咧，我都唔知要哪甲你讲咧啊！真济人嘛甲我讲啊，营养午餐内底有一个水果水果是咱市政府啊所补助的三块还是几块，我不管。但是这条钱，您竟然和学校家己去统筹，创入去包厢内底，包厢内底水果钱都无当摕。你水果是你家己要补助，你为啥无法包？这拢跟你无关的，拢是前朝政府做的鬼。但是你坐伫这面顶，五个月过去啊，我跟你讲，你也差烂。好啊，来局长请坐哈，又持续。关于议员的业务咨询时间到了啊，谢谢段议员啊。接下来业务咨询由黄新惠议员开始进行，谢谢。好，谢谢主席哈，跟大家搞炸哦，啊，大家搞炸。那个文化局长哈，你简单回答，简单的话哈。第一件代志，我们的每一年办的这个爵士音乐节，今年办不办？我的时间嘿，今年办不办？你只要讲办还是不办就好了。办，一年办不办？办。好，逍遥每一年的暑假逍遥音乐厅办不办？办。一年办不办？办。好，那京剧你办不办？啊？发扬京剧你办不办？我们当然有这样的好的表演，我们当然很乐意啊，能够引进来是。好，谢谢你，请坐。有替你问了哈。好，来那个文化局哈，啊不，新闻局啦，这少年的局长，先做引导高恭维，思虑又清晰哈，高包装，这是要给他颁奖的。我请问你哈，你里迄个新闻局编列1500万的这个基金的里面，你写的哈，你的计划引进专业人才从事协拍，还有办理影展。争取国内外剧组前来拍片，还有市府派人随团服务哈。那经营造浪池，好，这些业务对不对？好，对。所以呢，你想要成立影视发展基金会，对不对？是。那我请问局长哈，你认为成立基金会会有助提升与扩大产业格局？有没有评估？这个评估是谁来参与评估？然后呢，你的具体的说明效益如何来提升台中市的税收，到底有多少，创造多少的经济产值，旅客成长多少，有没有报告？包月，那我简单说明一下哦。要说明你有没有报告？我有产业。有没有做这方面的评估报告书？有做焦点访谈，影视界的焦点访谈。那焦点访谈在哪里？然后台经院目前也正在做一个研究报告。我不要听你这个啦，因为你们送来议会审的这个追加预算里面，你就是要成立1500万的基金嘛？是。好，可是呢，议员审预算看到的就是说，你要做这个基金会，你的评估在哪里嘛？对不对？对。你的怎么样提升效益？有多少旅客嘛？我要看的是这个有没有报告，还是你
你们自己密室辟谈，然后呢就想要这么做，然后呢也没有尊重我们议会，也没看到任何的报告书，然后呢就要1500万嘛，对不对？好，来，我问你，我刚刚问你说你的有谁参与评估，你还是没说明有谁参与这个评估，你认为这个评估在哪里？包议员，那个我先说明一下哦，类似像基金会的经营模式，台北跟高雄已经做了十几年了，所以台北跟高雄的经验值得台中来效法。第二个部分，我们上台北去跟很多很多影视圈的导演、编剧、监制，好，来，你不要再谈了哈，都你说高雄、台北啊、哦，对，很多的经验了、哦，可是你是那是学你的经验，还是学台中市的经验？请问你，你看到别人有，你就想要有，真的是个小朋友啊，好、哦，别人有糖，你就要有糖，好、哦。然后呢你说啊、台北都是崇尚台北的，可是呢你呢讲的多么的好处多么的好，可是你全部没有用书面的报告给任何一张纸齁、哦、给议会就要1500万哦，对不对？好，那我觉得啦是这样啦，有一点藐视议会啦，我们那个议长齁、哦、脾气太好了，我靠现在齁、哦、媒体都说他去给您林佳龙市长齁、哦、收头壳啦，没啦，但是我相信是不是这样啦，那是我们算出来议长的齁，这是议会监督的机制，不是这样啦，但是我感觉齁、哦、您现在吃压板啦，1500万就要议会给你同意齁、哦、那你让把议员不知道当成什么啦。好啦，你说所谓的专业人才有什么条件，快速的讲，协拍人才，目前我们靠公务员做的，在影视圈最大一个问题是我们无法知道他们拍片人的需求，所以我们都靠我们的公务同仁，那这些是影视圈他们最大的需求。台北市光是协拍人才有近20名，高雄也有7-8名，台中要发展影视协拍人才是好，那你这些人才最重要的，你这些人才是要安插在基金会里面，由基金会来聘用专业的影视人才，那这些人是你自己还是谁来评估要这些人来用？基金会以台北跟，我欢迎哈，你们设一个基金会来聘用人在绑庄。好，来成立基金会，你说要办理这个影展的规模是国内还是国外的？预算在哪里？是这样子哦，包议员，今年其实台中已经有办台中国际动画影展，但是受限于预算，我们今年的规模大概只有800万。但是以台北影展，它的规模大概2000多万的规模，其实都是以基金会的方式，专业的人才来举办，才有可能达到国际影展。你受限预算嘛，哈，你第一个你的理由是受限预算。对。因为预算不够，所以没办法执行。嗯哼。另外呢，你上次说编这个基金会1500万，是因为前胡志强编的3000万都用不完，所以我要把那个用不完的钱放在基金会里面。哦呦，我没有这样。对对对对，所以呢，多了钱呢没办法用，你要把它放在基金会。现在又说这边呢不够钱，所以你要再用基金会来编预算。好，来，请，我再请问你一下哦，我们现在呢国际性有金马奖，那地方的影展到底有谁会来参展？地方的影展哦，台北、新北、桃园、高雄这几年都很积极嘛，那新北跟桃园大概这2-3年才举办，台中今年是第一年办国际动画影展，是要看它的影展的特色，比方说以台北影展来讲，它主要新锐导演可能是它重要的，高雄影展的重点可能是奇幻日本，那我们台中目前做的动画影展其实主要就是动画，然后来自于国际跟台湾。好，再来，你刚刚讲的是你那个计划里面有讲要营造造浪池等业务，对不对？那你那个造浪池的维护费用编在哪里？包议员，我们造浪池的维护费用每年现在大概都有编列，大概100嘛，现在今年100嘛，今年100嘛，今年大概100万啊，实际维护费一年大概100万。那我们之后会搬到雾峰的那个影视基地，那影视基地那边到时候，对，这个造浪池呢，就移过去雾峰。所以你准备把这个地方处理掉，对不对？这边会变成是水南整个经贸园区，那我们会是电影馆在水南经贸园区这边，电影馆。所以你的造浪池是准备到雾峰、哦、好，你刚刚说那个编列公务预算弹性很小、哦、是。那第一个弹性小就是说编列不足，第二个弹性小就是说太多钱用不完，可是又被回收，所以呢，我现在要把它挪到别的地方去，对不对？好，这是你讲的。我想说你这样子叫做制度性的行销啦。然后呢，我们之前哈、哦、这个你刚刚讲到造浪池哦、嗯、因为你新来的啦、嗯、你不知道以前我们哈、哦、发生什么事情啊，我跟你说你知道李安的造浪池哈、哦嗯、我们呢有某个议员现在在当国会的立法委员的，他当时在拍台中水南经贸园区的时候，
使用的十二个水闸门的造浪池，他说不具观光效果，而且哈、哦、沦为新梦想家的弊案。然后呢，后来呢，李安得奖以后，他又改口了，说五千万花的蛮有价值的。然后呢，所以呢，在还有一个议员呢、啊，他讲了说，领了五千万以后呢，没有妥善的行销台中，所以呢，批了胡志强的团队，对不对哈？后来呢，哎，不错哦，好像李安呢有在那个会场有讲了一些替台中市行销的，他又说了，我喜欢李安的变脸。然后呢，我跟你讲，获奖以后呢，很多的提出质疑的议员态度就大转变了。我问你哦，当时的市长编列的预算是议会公然审查的哦，议员都有这么多话来讲了，你还可以把它编列，把它放在另外一个基金会里面，不接受议员的监督吗？我问你，你想要把这些基金会拨进去以后，没有办法接受监督的机制，让公帑变私用吗？报告议员，整个基金会的预算都会送到议会，所以会受议员监督。基金会会送到议会，是基金会送来的时候你已经花完了。好，请坐。谢谢议员。好，我们再来讲哈，你那个1月26号你们的新市府团队上任的满月，你呢新闻局发了一篇稿哈，真的是反话连篇呐。所以我等一下会归纳三件事情，告诉你们这个做了哪一些事情哈。你新闻局长哈，你在新闻稿里面说，卫生局长说过去申请假牙补助要100天，未来核定只要4天，这是真的吗？包爷可以给我30秒完整说明吗？不可以。好，你只要告诉我是不是真的。2年前是100天，去年是5天，今年变4天，我们新闻稿都有完整说明，后来新的新闻稿也都从去年到今年是5天变4天。我看到你的新闻稿跟人家讲说，哎，以前的行政效率很差，都要100天。从你们执政百日有感，所以呢，你们从今年开始，你的预算、你的那个执行呢，就是从5天改到4天，从五天变成4天。是。以前的100天改成5天，5天改成4天，对不对？是。但是我告诉你哈，人家本来在103年1月就实施的了。那我呢翻过你的新闻稿，因为我看到这一份的时候我很纳闷呐、啊嗯。我很纳闷你怎么会说谎说成这样。没有。怎么会在新闻稿里面污蔑人家前朝？那我跟你讲，你骂前朝也就算了，你骂到的是公务人员的辛苦。嗯、所以呢，我问了，我从头到尾查了一遍你们的徐永年局长，还有他们的，还有你们的科长，跑到我办公室去澄清了好几次说，他也不知道新闻稿为什么会这样讲，不是他讲的，因为呢，他讲的是说，已经从去年一月开始就是5天，对，然后呢，还有一份的你们的文宣哦，你们的这个历年假牙申请补助，补助需要多长的时间？民众需要多长的时间的等待？民怨高涨，哈，你写的这一张嘛，民怨高涨嘛，对不对？然后呢，这里明明有写到103年是5天跟4天哦，可是你在新闻稿里面却讲徐永年讲的话，说徐永年讲啊，这个呢，哎，维持太长，所以呢，从他接任以后改成4天。我问了徐永年，徐永年跟我讲这个是误会，然后我说没关系，那你误会要跟人家澄清。他说呢，他有请他们的科长把重新的新闻稿拟给我们新闻局，我一直等待新闻局来纠正、来改正。你不可以污蔑前朝，然后我要你改正哦。我一直提醒徐永年，你有没有跟新闻局长讲？他有没有跟你讲？包议员，我们已经改正。他有没有跟你讲？有跟我讲，也已经改正。全球资讯网也已经改正，我们也发了更正。后来一月多，市长在大甲的假牙，我们也是改为5天到4天，因为议员的关心，我们都有改正。那我问你，前朝是不是因为行政效率很差，所以呢，民众需要等待，所以呢，因为你们百日有感变成4天？没有错。你跟我更正，你是在现场跟我更正。哦，包议员，那个刚才您讲的那些是事实，我们没错，是事实。就是过去虽然是5天，可是他其实等待时间常常超过5天。这部分我有跟徐永年局长确认过。那我们新上任，什么叫过去？你跟我讲清楚。对，过去是什么时间？就是我们5天是什么时间开始的？嗯，5天。5天至4天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应该 是你们就任以来百日有感来开始的。你徐永年局长开始改成这样吗？是来。是4天，我们上任之后是变4天。哪几天变哪几天？
包议员，整个状况是这样哈，过去其实是要100天嘛，那在去年的年初的时候，当时变成4天，但是实际上大部分民众申请都是要等超过4天，所以5天都要等超过5天。那这个我们上任之后，我们就确实的要求，希望能够让它达到4天的水准，那也确实是4天，这整个过去都这样。那所以你百日有感是从5天改成4天，所以百日有感还是从100天改成4天，百日有感从5天变4天了。我们新闻稿后来也都是5天变4天。少年人，我跟你讲，年轻人吼，一开始学说谎话就不好，小孩子这样不行，知道吗？我不是小孩子，我是政务官，我是卓冠廷局长。那你一开始就要学坏了嘛？人家明明是100天，在去年的年初就已经是5天，5天你改了1天，叫做4天，你叫百日有感，甚至把人家100天拿出来讲，这样不好，我跟你讲，这样不好。是。还有呢，你们呢一上任就说人家弊端一箩筐，然后呢后来搞偷偷摸摸搞黑箱体检，浪费人民的公帑。也没有员工训练什么，然后呢就一直在污名这个 BRT， 说呢多久导致呢家人意外频传呢，然后呢取消 BRT 车站的清洁工作，让大家觉得哎呦你的 BRT 车站真的脏乱不堪嘛，对不对？然后呢现在又故意把 BRT 缩减车辆，所有的事情呢把 BRT 污名化，然后呢我告诉你啦，台湾塔齁给人家灌水又虚报，然后呢市长就震怒哦，送那个什么检调单位，后来你们的都发局在4月22号又偷偷的说，哎呦，我要重新发包设计，我都唔知啦哈，包括呢这个30亿的雪谷及新大线的这个缆车也是，一开始来就喊停工，然后呢就有议员讲说，讲完以后你们就说4月28号议会。那交通观光委员会要求赶快做评估报告，我觉得哈这样不好。你们呢就把人家旧的体制、旧的这个政绩拿来剽窃完以后，当成你市政府的政绩要闻，然后所有的案件呢全部都说人家有弊端，有弊端，然后再重新开始，我就觉得这样不好。来，我跟你讲，这样不好，这个叫贪污的贪污前三步骤，贪污前三步骤。第一个预算规避监督，你刚刚那个预算规避监督，还有呢，再来搞密室小学生，好，好，谢谢议员指教，好，谢谢黄新惠议员的质询接下来。的质询由何敏成议员开始业务质询，谢谢。对，有这个，周局长是有没有发抖？被质询这样有没有发抖？这么年轻，包议员不会。还有没有手脚冰冷？包议员不会。最后那一句谢谢指教就不用了，那个是罪语啊。是，没有给你指教是给你骂啊，对不对？不要，就不要请他再指教了。你的意思是叫他继续骂，对，那骂有道理也没有关系，没有道理呀。你本来我们这一朝来执政，我们就是要检讨前朝的缺失嘛。缺失啦，无缺失，啊不缺失，啊要剩啥物人诶，对吧？要搁拢咱拢盖棺成数，都是检讨了后，那有缺失，咱来盖棺成数。那无缺失，盖棺成数。有缺失，因爱去承受啊。你责任的议程好好回答，连咪去开一个记者会，甲弹倒转去。谢谢。这个咱哦，执政哦，调整哦，才会得人听哦。你啊，你看这少年，前途有余啊！我真欣赏你，28岁尔，你娶未？包议员还没。我到库存的那边。来，
张给你套，你来张下我，周给你套，你来周给下我才对。还是讲慢一点嘛，不要紧。但无应该讲这么套才张套，无三公斤套，那这么才来。那你别叫我来讲。包月，这我们同仁要检讨，不应该。所以啊，我要讲这个啥？像个影视基地哦，你的机房呀是3.12公斤。其实我讲啦，啊，水南面嘛拢无下啦，迄离岸呢一阵热潮过吼，伊头咯二姐头咯讲，迄嘛拢唔是事实啦。黄国书以前嘛袂安尼讲，对吧？黄国书是一个文化人，伊有深度，伊哪会安尼乌白转，对吧？啊，无啦，哪个乌白转，算命嘛无水准，哪会选伊去做立法委员？迄绝对唔是安尼，所以吼、哦，伊有那叫断章取义，你知道？咱即马咱爱用咱执政，咱民进党方针基台，咱就爱吼用足认真来思考讲，这电影层面安怎如何走下去？哎，卖讲做做了，哇！我讲未收煞啊，钱开落呀。嗯，我讲你像南山人寿伫阮迄个啊，干城遐吼，因有偌济地呢？因有4000坪，因4000多坪，因卖因咧听讲嘛，拢要做电影的迄个的影城就对啦。其实电影文化吼有。啊，迄、那个有迄个电影城，就是讲像好莱坞，迄嘛电影城，伊也是制作哦，啊，怎么拍片？咱台湾电影制片城，就是啊，吉丰也是光复新村，也是讲这个武峰嘿，迄以前嘛有迄个性质，但即马迄个性质无啊。你若讲要对头开始哦，你要开足济个，所以哦，可能吼、哦，咱爱检讨一下，倒不如吼、哦，把遐个资源、遐个钱吼、哦，买当来提来哦，阮。干城啦，台糖啦，哦，像什么台糖嘛，去咱征收特别好啊。干城闲置的土地也蛮多的啊，车站哦，铁路高架年底就要落成了。哎，那个地方也好像也很适合当这个电影后端呐、啊，哈、哦，电影文化的后端的这个啊，那个影城啊。所以啊，这嘛也当思考啊。你少年人哦，你靠创意，这我搁给你哦，提前好你哪里经过去想看嘛，哦。看家有需要做安尼无？吼、哦，后盖这资料该怎提来？好，现在要讨论吼，这个教育吼，闲置教室啊，国中哦357间啦，国小843间啦，拢总1200间的闲置教室、啊。我强烈的主张吼、哦，不容这1200间的国中小闲置教室来荒废，来闲置。哦，局长，这是一个国家真重，这个慢慢讲国家啦，慢讲个讲个伤大，都台中啊，台中市的资源的足严重的浪费啦。你甲想看卖，1200间，这实在是虚的哦。因为恁的监督吼，迄有诶已经无得用诶吼，啊，其实就是惊伊讲，互感觉讲，哦，闲置教室伤侪，所以有诶就落去做储藏室，安尼嘛讲啊，搁有得用，啊，其实迄根本拢无得用啊。哎、欸，阿、啊、你这哦，1200间都在坐啊！你怎么够像啊、中西区中正国小，它有48间的闲置教室，最多的是49间丰原国小了。啊，如果国中的时候，国中的是啊、清水的清扬国中有58间闲置教室，但是西区这个中正国小、西区的中正国小有48间的闲置教室，你竟然个。伫每年，今年就编400万的规划费，每年佫甲编1.4亿，要佫甲起新呢？啊，我都唔知恁这政策是安怎？是因为伊这闲置教室是拢旧的，不堪使用，啊，等咧报废啊啥？那等咧报废，你即马就紧甲报废，啊来起新的，唔知何必？你都已经有48间的闲置教室，你即马要佫甲起这个新的这个厝啊，新的教室1.4亿，这我。不能理解你们的政策是怎么样来定的？您家己想看嘛吼？闲置教室1200间，1200间，专台中区的啊国中小闲置教室1200间，不应该这样啊任其闲置，或是被做乐龄教室啊，起码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啊，起码国民教育法虽然讲是咱这个国中小是啊拢来这个啊甲教甲这个国中小吼，做教育。但是实际上，老大人嘛，像阮这老，阮咧要老了，嘛会使个成长啊，嘛当个融入伫国民教育内底啊，去啊，个创这个老人进修教育，还是啥，啊，个列做国民教育都有分3种嘛，对不？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啊，这个家庭教育啊，啊，阮这都社会教育的一环嘛，拢个投入伫学校内底的行列。
我相信这是对这个都市啊，绝对是有真大真大的这个帮助的啦。哦，局长啊，你安怎安怎教育专家哦？希望讲你看会当啊，用较一心伫这个所在吼。过来吼，咱教育局啊，因为过去比较是较保守的一个局啦，哦。所以啊，我真济时间我是买个教育局这个参详，我家己会做的，我能家己做。我伫22年前我就开始推动简易球场，其中伫东区一个叫做文小九球场吼，垒球场啊。迄是我家己去，因为中卫好去用倒粪扫啦，去用等一寡遐个无遐只环境足歹，我就去募300万去做简易球场。我自做迄个简易球场了，我嘛家己担任迄个会长啦吼。啊，我自做迄个简易球场了，全台中市大家拢在模仿吼。所以啊，咱即马台中市有遮济即个简易球场，其实对我遮来，但是我个简易球场即几十年以来，无予咱市政府烦恼着。哦，这个市长在做的时候，去到我遐看讲，嗨呀，你这个做的比我们公家的还好啊！哦，你个仔，哎，和平城就是这种品质哦。所以啊，但是啊，咱即马即阵啊，迄、那个22年的这个球场，一三垒休息室啦，啊，这个本垒这个休息室啦，贵宾室的记录台，迄拢差不多，哎，迄拢替代的尔啦，吼、哦，嘿哦，你嘛小可家己想看卖啊，球场的整建有优先顺序。哦，比如讲，迄、那个球场22年，你敢想？你敢那个想嘛？知影讲啊，就佮用民间的这个力量，哪有法度做甲真善尽美？哦，像迄个土卡嘛，拢咧迄个土啊，嘛拢咧老实。啊，阮即马我刚才黄瑞文阿那有叫办委会来到协助，即马像最近碳火回来以前，阮都拢咧整理啊。但像个防护网啊，佮你做咧半截的啦。啊！即摆哦，即摆这些少年咧，真好讲究咧。定来讲这个时候，开去外口尔，就去讲车人弄掉。即摆若教书讲，个人牵着人，看要安怎？所以哦，像个防务网这种的吼、哦，这浅显易懂、明显易见的，都紧去甲改善。这无开偌济钱嘛？啊！我实在是对王瑞文无歹感啦。但是敢为了这件，对正月甲骗到6月安尼啦。嘿，讲6月才会做啦。啊！但即摆6月嘛，还佫唔来做啊？阿伯，你今卖阁甲我骗哦！你要甲我骗，你后盖袂使阁坐人家哦，吼、哦！今去甲我做做咧，安全，反正这礼拜就今去甲我做做咧。卖阁淡仔咧讲啊，说什么当时无法包发包袂出去，是国民党也袂讲好笑。所以哦，局长严格甲督促一下，吼、哦！啊，过来吼、哦，像这个真济学校啊，吼、哦！我咧讲优先顺序，吼、哦，这个物件，咱应该把该下耐心来好好啊来衡量，比如讲有真侪学校的礼堂吼教室，需要较早起的紧予伊，无需要的就暂缓。啊，我的母校，我母亲叫我去读的学校，成功国小吼、哦，我的母校我嘛做校友会会长。迄、那个礼堂就是甲育英国中隔壁，迄、那个礼堂是我的三叔，伫40-50年前去无看，去嘛是拢无用政府的钱了。去无看来去迄个礼堂，但迄个礼堂是成功国小甲育英国中共用，啊，经过40-50年啊，你也想看嘛？安全管理啊，哎、欸，虽然吼、哦、面顶有刻阮兜的，吼、哦、阮爸爸、阮三叔的名，啊，地方人士的名，但是哦，我一点都不留恋。我感觉讲，迄若爱改建，就爱甲改建。但迄个基地算安怎真宽？啊，恁即马用国中国小的这个礼堂的设置标准，一座拢会干来用4500万尔。如果若4500万来吼，我看你拄啊起一个铁堂感觉厝尔。所以是毋是会当两校的这个礼堂的经费共用，用9000万来甲这个礼堂来翻修，会使哩无？这真重要，请你回答。有关于谢谢何议员哈，有关于那个育英国中跟成功国小，事实上我们已经有纳入先期计划了，有在做规划。来你等嘞，嘿、啊，我到不？两号合理。已经有纳入先期计划。好啦，我看你还佫无深入啦，不要紧，你紧研究，爱用市民单位。我看过那个先期计划的一个书面的资料、哦，所以我知道说有在做。好，我还有其他面问哈、哦，好，谢谢，请坐哈、哦，拜托你深深思考这个案，好不好？好，过来，文化局哈，文化局，韩秀局长，来，那个牛的，王志成，没叫陆韩秀关系，说叫王志成，说怪怪，这个
文化的场馆，张议员几个嘛有拢在有在讲啦。台中市啊，其实适合发展一寡这个艺术馆啦、博物馆啦，转角就有一个博物馆，转角就有一个美术馆，大小拢不要紧。像最近文化馆，吼、哦，我咧铺上网，我比何边，我铺上网，文化馆有啦，我冇到讲到清楚着啦。那我铺，我家己的那铺，我拢差不多加二站的，拢差三四百啊，就真满意啊。我铺文学馆，讲吼，讲700+加二站。这表示讲民众对这个文学场馆、博物馆、艺术馆、美术馆这个期待，啊，个人落成了嘛，有影遐尼闹热，安尼遐尼侪人期待去参观吼、哦。所以啊，这表示讲咱对这个文化的追求，大家希望会当提升，更加关注。不管质量还是质质方面，咱拢会当都提升。唐厂来个做唐厂的这个博物馆吼，哎、哦，遐都有一个那个历史。博物馆，我那第四期啊，伫南京路，迄第四期啊，台中市有真济期啊，拢是用哦，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吼、哦，甲第五啊，第五都无话了，因为吼，迄、哦、像迄第二期啊，有个人讲啊，说是啊，阮排第二个，啊，这第一期个名史，名存实亡啊，吼、哦，阮是安那排第二个，所以到尾啊，甲第五期啊，就拢后壁就无个用数字来排啊，就拢建国期啊啦，什么水南期啊啦，拢新义期啊啦，民生期啊，拢用安尼。但是台中市有需要来做一个市场的博物馆无？有，做南大祥哈第四期啊，就是阮南京路遐叫做石头摊。石头摊迄个所在有真丰富的人文历史啊个价值，啊嘛，迄栋嘛已经交予财政局啊，啊嘛已经做历史的这个文物吼、哦，对不？就算是啦吼、哦，所以啊，迄栋拜托用较侪心的来甲做市场博物馆，有困难无？来回答一下。啊，甲何议员报告吼，咱已经向文化部的文资局咧争取经费来做调查研究。哦，好，咱中区啊，市长即卖正在推动中区再生基地吼，一个计划吼，即个啊，迄、那个地图吼、啊，有真侪会使参观，像即、這个22仓库，像即个文化创意园区啊，像即、這个公园园区，但是实际上量还阁无够，那量啊该量化吼。包括从市场，我头先讲市场，这个博物馆啊，包括讲这个糖业博物馆、酒厂博物馆啊，等等，这些各改量化改较侪嘞，因为这种有故事的嘛，这种有故事的，这不是无故事的，这不是凭空杜撰的呀、啊。当初时，哎、那个石头摊要听我甲张文亮市长家己的党诶，我安那足艰苦，我甲家己小可冲突的，因为我讲爱用记忆保存以外啊。哎呀，啊，所以我实在是真艰苦。迄加拆迄个铁路，去排迄房啊厝，拆拆掉有够无差的啦。啊，但是咱都无法度啊。我希望讲咱即马啊，继承的这排啊，石头摊这吼，咱会当好好啊，甲留存起来吼、哦。啊，至于讲后车头，嘿啊，同款哦，有真侪民众，阮东南区啊，中西区的民众是希望讲哦，你该拆就拆啦，啊，该留就爱留我。好，等一下。好，谢谢何敏成议员。啊，接下来进行业务咨询的是张雅文议员、李天生议员、陈淑华议员三位进行联合咨询。啊，时间45分钟。啊，请开始。谢谢主席。主席，我张雅敏。嘿，我是张雅敏啦。好、啊，来，我们副市长。拍手别客气。咱各科室咱的首长哈、啊，大家早安，大家好。早。哎、谢谢啦。今天哈、哦、是教育文化啊，所以讲哈、哦、参加的叫你有去一个委员会一个咨询啦吼。咱想要用今天真的要用很光荣跟骄傲的一个心情吼、哦，想要来探讨一下咱在地的文化跟这个历史的一个发展，可能哈、哦、会比较。冗长一点，但是因为这是一个历史的演变啊，所以讲咱来，我想要用本色，用这个真尊重啊嘛，真沉重的心情哈、哦，想要来就教跟探讨哈、哦，对于文化局这个部分哈、哦，来，请帮我放一下，对，大家看相片，这是一条，咱若问民众的时候，伊会讲我知大狗，嘿，大狗，好 ，OK， 台语大狗嘛，来，再放下一张，可能会比较大家就会比较有印象一点。好，这个它的名称叫做五大便，
生命五大便，对，它是一个水圳。这我想吼，文资处长吼一定就了解。局长，拍摄我先请局长来回答一下，这是什么所在？两张照片有佐证嘛？吼，来，这个是什么地方？多谢主席，这是咱新贡吧？新贡，葫芦墩郡的迄个下游哈，噶迄个被福郡遐。好，当地时阵拢叫伊有一个专有名词、专有名称，叫做啥物？都两字尔，简单讲就好。普准。普准非常之好，谢谢。咱全台湾即马叫做普准的，有关存在的，其实这是全国唯二的地方诶。另外一条在什么地方，你知道吗？普准。印象中间在台东那款，台东的对，池上遐，我阁讲较明确嘞，池上什么所在，咱嘛是拢有，好、哦、有甲注意，池上迄条嘛叫做埔准，它的历史哈、哦、近百年，阮新贡的埔准真的从有登记、有历史、有文字记载以来，就是像你讲的，伊就是葫芦墩准的支流嘛，对不对？好，来到这边的时候，变成这个五大便之后再。向外再去延伸哈、哦，来到这时阵最有记录的时阵啦吼，对张大金去当中那就开始啊，所以真正就是280年，咱的埔准是280年，人池上的埔准是将近百年，伊是日据时期的时阵哈，伊、哦、就开始在做发展啦，伊是100年，好，人100年即马是安那处理的？他2004年的时候哈，已经给台东县政府把这引一条池上福郡公告做历史建筑。好、哦，这个都是有资料可查的。去年的时候，够卡进步啊，划入什么？万安老田区文化景观。我来讲，可能大家有看陌生一点，有陌生，我给你提示一下：金城武底下博朗大道遐骑脚踏车，知道了哈、哦，大受欢迎啊。好、哦，咱唔知影是唔是咱有法度金城武底下骑，所以人台中管建户。台东县政府马上、哦、去，十年一到，对不对？马上划入万安老田区文化景观。哦，建户你按来个保护啊！这个近百年的一个福郡，这个是全台湾唯二啊！一个280年的地震灾害时阵，即马遭受到空前的危机跟浩劫。局长，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他哪里有危机，哪里有浩劫？你知影伊的危机伫倒无？因为伊要道路要拓宽。对、哦。当然，今仔日建设局无伫遮吼，啊，金发银无伫遮。咱就事论事，就文化的观点来讲，我知影讲这条埔准280年的埔准，咱的审查委员会已经有开过啊嘛吼，但是是毋是无通过？为何不能通过？因为有什么自爱难行的地方？甲阮大家讲一下，这280年的物件，当然它不可能280年前就长这样子。所以说，在很多的审查委员会跟很多的报告里面，它都有写。好、哦，比如讲进前的都无过啊，啊，然后呢，因为呢，像很多抗议的团体哈、哦，反对施作，所以关键我讲局长啊，救命啊！咱台中市民吼，会去有这文件吼，这书面资料误导啊。咱的就是咱吼，为了要保存这个文化发展，去反对地方的建设。吼，你有自爱难行的所在，你审查是安那袂过？民间写的、民间做的努力，拢比咱较侪。这一大本的报告，这是咱张处长给我的。我跟你讲，内底是啥？内底真侪足侪拼拼凑凑的物件吼，这拢对民间来的，包括这一个什么？这个文宣呐、啊。做了有较粗糙无唔对，但是因尽心尽力伫宣传阮在地文化，甲阮这种传统的一个优良的诶这个传统甲设施。280年前，伊当然无可能生做安尼。即摆咱的评估就是讲啊，因为它只是个土村，吼、哦，甲即摆时阵这个设施，阮大家嘛知影，这个设施都无超过100年，但是伊较有可能有法度100年前的。这个是人类历史的演变。会进变，才有法度变安尼。咱无法度讲，因为伊是现代设施，咱就要甲暗砍过。同样的道理嘛，这局长你一定比我更加了解。我嘛知影你一定是足沉痛的心情。对于这件事情，我们私下我有跟你就教过，我嘛甲你请教过。我知影你足倾向就是讲，这个物件一定爱保留。但是咱我知影讲，5月19号我们就要再召开审查大会。吼，那我想要请问局长。自爱难行的地方在哪里？为什么这个会要一开再开？第二个，这个审查大会的审查委员，请简单回答就好了哈，是来自何方？
哈、哦，是怎么样的一个专家学者，或者是地方祈祷也成员是安那，请你嘛爱简单说明。较早心斋是因利用心古籍啦哈，啊，所以就古籍的标准的时候，伊较无符合古籍，所以咱即么希望讲会当是不是转向吼，调向这个文化景观的这个类型啊来做来上信嘛。嗯，好，啊，这个成员都是什么样的成员？成员都是当然是就三分之一是咱外聘的委员，三分之一则是咱府内代代表。外聘的委员拢什么样的专家学者吗？拢相关的专家学者。安尼哈，是。即卖问题又来了，这一些在地方做努力的这些文史研究者，哈，啊，跟咱家祈祷，跟咱家民众，你有去甲人邀请无？因会当来参加这个审查会，无问题。啊，咱文资处会甲人通知。拢会甲因通知吼，你的通知名单是安那来？我去甲你控监过，我就甲登记起来，安尼吗？尤其是为因提报的名单，咱去甲因遐个邀请，只要有提报来，即团体。那提报单位是谁？就是被抗议过的嘛，人来抗议以后来，你名写下来，来我再来甲你邀请，是安尼吗？要有抗议才有参加权吗？无啦，伊正式提案的迄款提报人呐、啊。哦，好。我们要确实的做到这件事情，广纳地方意见。我相信局长这个开明的状态之下，一定可以把这件事情做得很圆满。更重要的是，咱希望五月十九这个会议，哈、哦，真的要有实质的审查跟实质存在的意义，不能一拖再拖，哈、哦。因为地方的发展当然很重要，但是咱无希望伊去掩盖过去的历史演变、各家遗迹，哈、哦。所以说，在建筑建设的同时，当然。有南岸跟北岸之争啊，这个没关系，这个我们会再去跟建设局做讨论。其实建设局已经开始全面停工，我怎样讲？这个停工的成本当然也是要全民买单，但是不可以哈、哦，买单完之后还没有无一个实质的意义，黑龙给了哎。所以讲，本席伫家哈，强烈的要求我们文化局局长、处长 guts 拿出来。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好不好？帮帮忙，抢救一下阮新共埔圳，吼、哦，这一条古圳真的是280年了，不能再用说水利会啊、哦、的建议是只有40年，好、哦、是现代建筑，所以我就要把它淹没掉。其实你去到当地的时阵啊，每次咱的建户都是拢安尼，他实际上执行的这些意志啊，吼、哦，甲这种作为，拢甲民意、甲民间背道而驰。为什么每次都会有造成这么大的落差？那那书亲亲去书课啦，其实给那个要强烈咨询的是建设局啦，派谁文化局，你要替我们发声啊，好不好？局长可以吗？啊，我们尊重这个审议委员会的意见。是，我想5月19号的审查，议员的意见，我想我们委员会的委员也听到了，谢谢，非常的重要，好、哦，请大家一定要多加努力，要有实质的作为出来，好、哦，谢谢。我们现在请让李天生议员继续来咨询，好、哦。好，大家好，那我想这个教育文化跟新闻呐、啊，这个局啊，哈、哦，这一个小组，我想是。负担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当市长一个化妆师也好，或者是说要执行市长的这一个意志力也好，那教育的话呢，可以说在教育的经费预算里头，几乎占了台中市三分之一的这个预算啊，所以这个教育局也是非常的重要。那新闻局呢，希望说这个我一直在讲说我们这个新手上路哈。那么市长到底他的这个中心思想跟核心价值是什么哈？希望说我们新闻局身为我们这个发言人哈，能够把这个我们这个林佳龙市长的团队的精神拿出来哈。你早上我听到很多我们的这一个同仁在问呐、啊，问来问去哈，拢问到讲过去在做的工课，我想望眼放看去哈，顶个我嘛在做议员呐哈。啊，这个嘛咧做议员，啊，看到敢那局长、甲副市长吼，啊是新面孔，剩咧拢是过去吼，我就不爱讲起我做前朝拿出来吼、啊。那么到底我们执行的预算也是在我们这个上一届的这个最后一个会期第8次的定期会所通过的预算，因为在咧执行。
那很多的啊，这个之前留下来的这些议员哈，都说哇，你执行的很不利啊，到底哈、哦、你们的这个东西啊，执行的状况怎么样？当然，新手上路，我不晓得说你们底下的这些科长、这些二级主管，有跟您讲么？讲吼啊，到底是要怎么做么？哦，啊是讲啊，他们是一种心态，就是说啊，看你表现，反正你这边做局长啊，啊我听你的，啊过去你唔知怎样无？有没有办法衔接？有没有办法说知道说过去怎么做的？以前的预算通过之后怎么执行的？我们才讲这位几位我们的副市长也好哈、哦，我们的局长也好，到底知道多少了哈？哦每次啊，我咧看讲吼，咱咧局长咧用即顺咧用念的时阵吼，我看下骹人嘛无咧叮当啊，好像看戏的心态吼，看讲啊，这局长吼看偌搞吼，这副市长看偌搞安尼啦吼，这个是很不对的一个心态吼。所以本席在这边提出来吼，既然大家同仁都在这个地方吼，要甲大家拜托吼，就是讲啊，这个前朝留下来的这预算我们要执行吼，但是我嘛要甲文化局局长讲一下啦吼，文化局局长，我再去看到一个议员咧甲咧即顺吼，甲你讲吼。啊，这个什么音乐节哦，爵士音乐节你要办嘛？啊，什么这个校园音乐厅你要办嘛？哦，什么会要办嘛？你讲要，好，好，好，啊，当然那是前朝留下来的嘛，哈、哦，要办。但是本席在这边提出来哈、哦，我们有创新呐、啊。我刚刚讲过说啊，到底我们这一个林佳龙市长他的中心思想、他的核心价值是什么呢？哈、哦，提到讲吼一挂建设，提到讲一挂教育的部分，那你两个衔接哦，都要讲过教育局。所这个使用的这个预算几乎哈啊占了我们市政府的预算三分之一左右哈，所以说这么庞大的预算，当然要去实施啊，不要那教工囡啊，这是你要责无旁贷去啊作为慷慨啊。那么副市长，我拜托你哈，你在领导这一个团队的时候哈，拜托这里把文化的那个骨干哈要拿出来了哈，因为文化这是讲哈，那么表现着讲咱新政府。要做的工课到底是什么物件哈？新政府要做的工课到底你的重点是哪对哈？包括我们新闻局哈，拜托你哈，真的啊，身为啊这个年轻有为哈，我常在讲英雄出少年哈，啊，你好好啊，把你市长哈顾好，包括你的团队，大家拢爱把伊摇起来哈。到底讲除了执行之前的预算以外，啊，那执行预算你要有新的想法啊，有新的思考啊，唔是讲按照过去安怎做你就对安怎做，安尼换这政府是要创啥？哦，所以真的。预算是可以发挥啊，它的一些功能的哈。那有什么想法要注入我们的想法了？哦，卖讲人咧讲啥，你就讲好好，我来做，我来做，啊，创啥都来做，来做，还完全无意义哈。哦，我还是回到我们文化局哈，真的文化局哈，大家为对你充满了期待了哈。真的啊，我举个例子哈，我某天有一个这个雾峰哈，到底你对雾峰有什么想法哈？我常常在讲说哈，雾峰它人文荟萃的地方。那有很多的建设，包括说我们新闻局要把我们的这个中台湾的电影基地哈、哦，来设在这个雾峰的地区哈、哦。我想你对这个地方哈、哦，很多的议员嘛有共轨了哈、哦。这个吉峰这个基地充满了期待哈、哦，那可以好好的发挥。我想一部分的医生是前朝留下来哈、哦，但是咱要搁变较侪医生，要来好好发挥，这也是一个新的想法。那所以呢，你要好好的执行。但是这嘛是前朝留下来啊，文化局到底我们有对雾峰有什么新的想法？哦，我做了一个所谓的这个手板哈、哦，我希望说哈、哦，雾峰啊要风华再现了、啊、哈、哦。你嘛怎样讲吼？雾峰我刚刚讲过，真的是人文荟萃的地方。那么那个市长叫你来，也是说啊，因为你是一个诗人，对这一个整个文化水准的提升哈、哦，会有很大很大的帮助了哈、哦。那小弟不才哈。哦我嘛是想想的吼，无爱做休息吼，啊好，我含咧探讨一下啦吼。请我们的诗人吼，然后指正一下吼。我想吼，我念一下啦吼。我说，这个走过雾峰的午后啊，夕阳洒落的金黄，香米摇曳的稻田，凤梨。散发的这个甜味啊，荔枝龙眼颗颗果粒的饱满，杏鲍金针朵朵俊闪的璀璨，朝露湿炭草堂的灵芝仙，红霞映照花厅的斜屋顶，铸剑地牛翻过身是博物馆的余震，深幽小径待人寻，故宫北沟在哪里啊？那我想前面
唔知影讲吼，我安尼做吼，这你甲我拍分数，毋知拍几分啦吼？唔知有六十分无吼？你无甲我指导一下，来来来，局长，较轻松咧，来好无？这议员这首九十分啦、啊！我跟你讲，我没有压力。因为吼，你这感冒，我议员买做，我本来做事情。我跟你讲，这是吼，我三更三暝吼，我困未起，我好发写出来吼。我想讲提来遮吼，含你探讨一下啦吼。当然，头前讲到的吼，啊，这个部分就是讲，我甲武峰的这个所在特色吼，把它勾勒出来吼。希望讲吼，文化局来重视讲武峰到底是一个什么款的所在，因为我选区伫武峰啦吼。那武峰的农产品非常的啊，这个充足，所以讲啊，武峰有真济吼，咱爱注入的这个文化啊。当然，这个林芝先你嘛知影虾米人啦吼。我们武峰啊，历史很有名的三大诗人之一吼，林家花园的这个后代啊，当然啊，林家嘛，这个算讲一个文化的景点啊，那。希望说我们文化局啊，在经营这个地方的时候，把这个林家花园、把雾峰整个地震博物馆、把我们的这个省议会所留下来的，现在叫做台中立法院台中那个台中办公室后花哈，该划回者。但是哈，莫要去故这个故宫的北宫哈，你知影是什么所在无？在吉丰村，吉丰村嘛哈，嘿嘿，啊，那是历史所留下来。过去咱这个故宫博物馆啊，吼，故宫来到咱台湾的时候，第一站是放伫武峰，你知无？对，伊伫遐拢总超十六年的时间啦、啊。是，所以讲吼，这个十六年的时间放伫遐，我相信讲一定有伊历史的意义啊，吼。结果唔知什么原因，迄块地甲夺做14地，卖予14个地主，全无去啊。结果吼，迄个做特定目的事业使用的土地吼，遐地主都唔知影讲吼，啊，这块地到底是要安怎做？结果想尾啊，讲讲的讲，什么活都未做尽，干来要做文化啊、这个用途尔吼。啊，那么我们文化局有没有什么样的新的想法？我都讲过讲吼，咱卖一直拢去做过去的啦，过去的迄个遗存老台啊，执行无唔对啦。但是你嘛有一个创新啊，你嘛有一个想法啦、啊。尤其你这边编列我们明年的预算的时候，你要注入一点所谓的龙团队的精神嘛，好不好？好，多谢议员哦。嘛非常感谢，顶届咱咧会勘的时阵啊，议员来甲阮斗支持，才发到咱甲文化部甲故宫吼争取到经费。啊，即嘛文化部答应啊，要予咱经费，咱来做调查研究安尼嘿。除了调查研究以外吼，我想吼，遐地主嘛组成了一个所谓的啊这个推动小组啦吼，伊嘛是类似迄个自救会安尼吼，因为伊不明就里。的状况之下，买到了这块土地，我奇怪，啊，哪会去想想买到这块土地，什么货都未用尽，啊，到底是要怎处理？我甲讲吼，无简单，你买到这是福气哈，别人家没有古迹的，我们家有古迹，你现在买得到了哈，啊，所以那个通道的部分，你就要有本经费去维护啊，无有没有维修了？咱先做调查研究了来争取经费哈，来做维修，而且后摆爱做再利用的计划啦，所以吼。我讲真诶吼，除了讲有想法吼，除了讲有计划以外吼，真正爱做啦吼。我刚开宗明义就甲大家报告讲吼，真的我们这些团队吼要去做，要有新的想法，要去执行吼。莫讲干那讲啊过去，你即摆咧执行的是过去留落来哦。你这次追加减计算追加减预算，我们有看到你有追加，那到底你要不要做？这是一个重点嘛，要不要做？有关北郊的部分吼。咱已经是咧做，咱有编这个配合款啊，文化部啊支持咱这个经费哈。啊，但用咱调查研究做出来的时阵啊，要再利用的这个计划出来，而且啊，咱伫这段时间嘛，积极甲故宫联络，故宫嘛已经同意讲啊，咱这个北郊哈，后摆啊整理好的时阵吼，因会当配合着来做相关的展览。是啊，我想吼，你是一个大家非常欢迎的一个诗人哈。啊，对于这个文化嘛，非常有琢磨。那么，我也曾经在电视上面看过说，啊，这个所谓的这个有一个电视节目叫做《走过》啊，这个什么文学地景哈、哦。那结合地景就有文学啊、哦，那么你也可以把你的专长发挥出来。去台中区是不是后花琢磨者说，到底我刚念的那一首诗哈、哦、
啊，是小弟不才吼，半暝啊想到的吼，所以讲你这是不是讲你蛮发挥啊你的专长，甲这龙团队吼啊好好啊甲化妆一下，透过我们的文化局广为宣传吼，是不是讲咱甲所有的这个文学地景，结合整个台中市的这一些啊观光景点，这些文化遗址，好好啊吼，甲台中市行销一下，因为我就爱做欢乐的吼，咱的啊这个民调啊有往下滑的这个情况，吼、啊、这个接了五个月了吼。啊虽然发生了很多的事情，但是这都是我们执政一点爱面对的一个坎坷哈。那么如何把它拉回来？我想哈，这东西一个危机就是转机呀、啊，这东西有一个挑战的啊，这个空间哈，会好好来做一个调整，包括咱的教育，包括咱文化，包括咱新闻局哈。所以我们潘副啊，拜托你哈，你真的是责任重大了哈。希望说我们大家来努力哈，把咱的啊这个龙团队。整个哈啊士气拉上来哈，把我们的这个执行力把它提高，把我们的创新能够继续的来为台中市的市民哈来真正带来希望了哈。那个文化局长你请坐了哈。那个新闻局局长，我刚刚提到说这个中台湾的影视基地哈，这个部分我想你应该已经规划得很好了啦哈。那你是不是说可不可以做简单的一个叙述好不好？来给你两分钟讲一下好不好？麦克风 ，OK， 好，那个非常谢谢议员哈，因为议员长期以来也非常关心整个位在雾峰的中台湾影视基地的规划。那这个基地它的编列预算7.8亿，分别从104年编到106年。那目前的进度其实是因为那一块土地上面目前有一些占用户，那依照其程今年底就可以完成排除的动作。目前。绝大多数的占用户已经签完切结书，现在剩一户，还在最后的协调。那我们105年开始进行工程的招标，那预计106年完工，所以进度是符合的，进度是符合的， okay. 所以进度都 OK 了。对，是。那本身提醒你哈，除了那一块这个学校的预定地以外哈，你还有一个运动场很大嘛，对吧？哈，对。我想我刚刚讲过说那里的那个后续哈要发挥的这个空间还很大哈，是。那潜力无穷。除了说这个一期的这个工程以外，二期甚至三期哈都可以规划在那边哈，现在抗跌要做快哈，那你可以好好的来发挥哈，这个真的就是把你这个新闻局的这个重点哈能够把它做下来好不好？是，你请坐，谢谢好不好？来，那个教育局哈，我还是要问你一下哈，我昨天花点时间跟你讲说我们那个大理的国民运动中心哈，那个房处长好像跟我回答的一下子而已，是不是？你再跟我讲一下那个大理的国民运动中心当时哈。会当开始动工啦！你们要佮我讲，迄个当时会当动工了，好好不？什么时候可以动工？谢谢议员哦。那个大理国民运动中心现在其实之前建筑师都已经遴选出来，在做初步规划设计。那只是当时候在办地方说明会的时候，针对这个位置的部分哈，他那个当地还有一个。反对的声音。我经过3月27号这样子的一个再开过一次地方说明会之后，当地都很欢迎要盖这样子一个运动中心。当时是不是动工了？我们预计哈，大概初步规划设计，因为这个案子有经过体育署的补助，所以要经过30%初步设计审查，大概要预计要到明年的5、6月，大概要到明年五六月，然后工期大概要才要动工啊。对对对，发包呗，发包呗。还过几年呢？是到106年，106年的12月。离今年还有一年呢，你今年要冲啥？今年就是进行这个初步规划设计，还有我们要办理那个田径场迁移的工程。好啦，我跟你问啦，你跟他讲吼，还无地下线了，地下没有停车场。原先我们规划是有啦，是啊，现在因为工期吼，工期我们现在在跟建筑师讨论，还没有定案呐，还没有定案。原先是有规划地下一层楼的一个停车场位置。我终于在嘛底下听啊、哦，我在。来，你请坐。局长，我问你啦吼，安尼敢有道理？我早就甲念一届来讲吼，迄开始吼、哦、要立地诶位置没有讲得很清楚，好不容易说啊地方有共识，讲要起伫遐，啊就搁甲我讲吼，还无地下室吼，因为甲迄个工期未付，啊工期未付，你今年是咧创啥？你今年延宕一年是咧创啥？为什么工期未付啊？整体规划好，那我说吼，到时候时间不够了，啊，这个念一下，念一下，啊，无你规期都起一楼，起游泳池就好啊，对不？未使你安尼啊，局长，你有什么看法？你们那个对这个工程的发包，我上次已经讲过了，很多事情底下人都很清楚，那你到底清不清楚？你要领导这个团队是如何领导啊？
是，谢谢议员哈。针对那个中心的选择地点哈，其实就已经有一点，就现在定案了啦，争议啦哈，啊才会定案的比较晚。那现在今年就是在做规划设计嘛，是这样的因素才往后递延啦。无人迄个一年咧做规划设计诶，你建筑师讲好三个月就挖出来，你嘛甲卖甲骗，对啦，还都差一年诶。啊，因为这经费吼，体育署补助的啦，是啊，啊，伊嘛灌溉侪啦，咱这规划设计了，得个上去有提议书吼，审查通过之后，但我你讲啦，你即摆本来有地下室个停车场，即摆无，啊，上个规模啦，啊，即摆得爱加，好提议书进来，咱是规划好，啊，提议书，啊，你即摆好，现在改了，好，你是决策者哈，你先跟我讲说，你要不要有地下室的停车场，要还是不要，有还是无？因为边啊已经有九百几个停车位啦，啊可能是咧，就讲啦，边啊停车位是有够停。你敢知市长有一个规划，迄对面迄个公益嘛，有想要来做一个机关用地，要来做一个行政中心，那整体规划，你不能够因为这边放了一个本来有地下停车场的东西的一个后面运动中心，你要妨碍到下一块的这个开发，你要有整体开发的概念啊，敢不是安尼？市长讲迄地敢那还未征收呢？当然嘛，还未征收，有计划要征收。我刚刚讲过，要有计划，要有希望。来，本来人市长都有地方有答应讲吼，还要来做，吼，伊嘛有讲到啊。然后你现在做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跳脱，甲讲吼，无因为你的关系，吼，因为时间未付啊，所以说你不想来开发这个地下室的停车场了，是不是？是不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所以你延宕了啊，这局长你请坐了，请坐了，你等好好思考一下好不好？再讨论一下啦，好不好？潘副市长，你看要安怎？莫搞阮地方安尼。主席，好，谢谢李远这边的关心哈，我想也很感谢了哈，因为那时候到地方去做说明啊，李议员还有我们张议员几位议员都有出席哈，那总算也能够形成一个很好的共识。那对于这个区域这个公民中心的要不要开挖地下室跟旁边的这个停车场的这个整个供需哈、哦，我跟研报告我来邀请教育局还有交通局，我们整个做个评估，好不好？潘副，我再交给你哈，你做一个整合哈，好好的是做整体的那个思考，好不好？好，刚刚讲过了哈，包括说我们的公益那个市长有答应我们地方说哈，那个要来做一个长期的一个规划，包括说要征收，包括说要做那个行政机关合署用地，那么我们可以结合这样，你请坐了哈，我们可以副。市长，你请坐了。好，谢谢，谢谢议员。希望把这个整体开发哈，能够做一个哈所谓的整体的。那希望副市长哈，你出来做一个整合，好不好？你们现在你刚刚听到的哈，那个教育局他说我们国民运动中心本来有那个地下室的停车场的，现在因为工期的关系，所以想要把那个改弄掉，哦，安那是很不妥当的哈。好，来，以下时间我交给我们的陈淑华陈议员。谢谢，谢谢李天生议员。我想李天生议员刚刚除了期许林市府团队要有创新的一个思维啦，如何再现雾峰的风华，但是我想对于林市府团队来说，其实如何把过去有一些重大的建设已经编列预算，如何接下去去执行跟完成，恐怕才是未来林市府团队最大的一个考验。那么包括刚刚李天生议员所提到雾峰的中台湾影视基地以及水南中台湾电影中心，那么我想请教新闻局卓局长，中台湾影视这个中台湾电影中心，我们说过去提出来中台湾的这个台湾电影文化区园区，那么现在变成了中台湾电影中心，那么到底这个电影中心现在的执行的进度是到什么地方？谢谢主席，谢谢陈议员非常关心中台湾电影中心的进度哦。跟议员报告，这一个整个中台湾电影中心是在去年4月16号跟规设单位进行签约，那后来进行 OT 之后，在去年四月对，去年四月签约对，然后什么时候 OT？ 在2月14日 OT， 去年的2月 OT， 对，2月 OT。好，那。后来就是现在就进行，目前此时此刻的进度是在跟规设单位在讨论它整个未来的配置跟里面的场馆的一些设计。
你们现在在讨论未来电影中心电影馆的配置跟设计。对，好，那么局长是本席有一个疑问哈，从过去的胡市府以来，我们看到台中市很多的重大建设，尤其是几个指标性的案子，包括我们新市政中心，包括这个国家歌剧院，包括之前的洲际棒球场，都传出要追加预算，而且是追加好几次哦。像歌剧院追加了好几次，当时胡市长都说万箭穿心，结果呢，议会最后公逃税了一样，预算还是得让他过。包括最近的前一阵子台湾塔，台湾塔预算也从说80亿到说90几亿到100多亿到150亿，等到这个消息曝光，这个厂商又说，设计单位又说啊120就够了。那么本席根据新闻局提出来的资料，我们知道说在去年电影馆 OT 以后，似乎你们内部在召开设计的会议的时候，当时是不是就有针对预算的问题有提出来做讨论，有没有？包议员，基本上我们是12月25号上任嘛，那上任之后我们就是针对几个重大的建设进行检讨跟了解整个预算执行的情形。那整个中台湾电影中心当时在招标的时候的需求是12亿元，那我们上任之后去了解，在1月份的时候确定了规设单位给我们提供的资料，它需要到16亿元。那这是我们新市府团今年去年一月还是今年一月？今年一月，我们了解。你们了解要16亿、那12亿要变成16亿。那我们往回推，就是这到底16亿是什么时间点变成16亿的？现在那你又是重到过去，我刚刚所说的几个重大建设又要追加预算，电影馆也要追加预算吗？那如果电影馆又追加预算，你的106年要完工，有办法完成吗？包议员，这就是我们万万不能接受他追加预算，所以。本来他需要到16亿元嘛，那我们现在就是要求规设单位一定要回到12亿元的水准，就是当时议会通过了12亿元，以及当时招标的需求，所以我们的立场跟议员完全一致，就是我们不允许他们再追加这个11亿元。电影馆12亿，对，现在听你说可能要再增加到16亿，对，那我想市府是不是都用这种很草率的态度，甚至随便编一个数字？先让议会来接受，然后后续再说执行困难，设计来变更，再加东减西，再说哪里没办法做，工法不一样，再来借机要来追加预算，是这个样子吗？当初编列预算是草率的编列，随便编一个数字，先让议会同意后，然后再来让议会可以同意你们追加预算，是这个样子吗？这就是我们新政府上任之后万万不能接受的，所以我们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你不会让这个事情发生，所以你会维持以12亿的预算去做电影馆。没错，没错，那做得出来吗？可以，可以做得出来。那当初要追加预算，这是什么单位提出来的？我们的对口是规划设计单位，就建筑师事务所那边。那建筑师事务所给我们的讯息是说，是因为 OT 单位的需求。但无论是谁的需求 ，OT 单位的需求，无论是 OT 给哪一个厂商，中影，中影，对，中影是，所以是中影提出来要追加预算，嗯哼，有这个需求要追加到16亿，对。那它的根据是什么？他们基本上就是量体希望大一点啦，基本上就是地下室希望多挖一层楼，然后地上可以多盖几层楼，希望量体可以变大。不过我们告诉他的就是我们必须尊重议会，议会给我们就是12亿元，所以台中市政府要求他要以12亿元为建设的目标，我们就是12亿元的预算把电影中心建造好。局长跟中影签约签多久 ？OT 多久？15年。15年是好。那么 OT 的厂商中影提出来。要追加预算，因为他认为这个量体不足。他跟建设公司这样讲，但是我们对口是建设单位，基本上我们这边得到的讯息都是建设公司给我们的需求。局长，我想这些都是人民的血汗钱，是一定要谨慎的去评估哈。
不要再重蹈过去我们看到很多的重大建设最后呢都是以这样的模式随便编一个数字让议会同意以后最后再来说无法执行公法不同设计要来变更去来追加预算这样子不仅你们在预算编列的时候太草率不够谨慎同时也没有把每一分钱确切的花在刀口上那么局长我想请问你哦，是你给我的资料说电影馆106年可以完工是你认为真的可以完工吗要撇除掉追加预算的这些问题同样以12亿去执行那我想请问你12亿的预算到现在执行多少钱了1%1%是多少几百万而已几百万几百万而已对几百万而已不到1%啦不到1%局长电影馆的预算、哦、我们从101年就开始编列到现在已经104年了12亿的预算都编了你呢哎，到现在只有执行几百万那么你认为106年有办法完工吗包月106年底会不会跳票我们会全力以赴让他106年底我看106年完工铁定跳票啦副市长副市长水南经贸园区内哦，土地用地的这个分配的问题根本都还没有解决你要怎么在106年完工而且还说今年底要来发包要动工可能吗副市长可能吗、主席谢谢陈议员刚刚针对这部分的指教、哦、那么有关水南经贸园区当中的这个电影馆的这部分的用地啊那目前是确定的、哦、所以虽然市长这边呢、啊、整体的开发他很重视但是目前这个区域的地这个基地是确认啊、哦、对是确认的但是水南经贸园区内对许多的地主现在的分配都还没有解决不涉所以你怎么去使用呢不要说电影馆啊哦不要够给他什么博览会哦还有城市规划馆还有台湾塔等等我想副市长你要尽速的来协调相关的用地的问题才能够让水南经贸园区内包括电影馆等等的重大建设能够如期来完成好谢谢本席也不止一次说过这其实是林市府团队在员的这个基地内所以在分配土地各方面是确定的那刚才议员所指教的整体的这部分的分配是否会加速的来进行谢谢对必须尽速的去协调这对林市府来讲 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好两位请坐谢谢那我想最后再一点的时间本席来请教育局能够宽列至善国中最近接到这个家长及学校的反应因为至善国中校舍的外墙瓷砖已经20几年了这个校舍盖好到现在对82年到现在已经20几年了那么最近不断的有校舍外墙的瓷砖龟裂掉下来好几次都差一点砸到师生那么包括这个学校前庭中庭的地砖也是受损严重我知道我们教育的经费其实也相当的拮据但是对于这种关系到校园师生甚至是社区的居民常常会到学校里头这样的状况我觉得教育局应该要宽列预算协助学校来更新这些相关的设备好不好局长好请你们宽列预算对于至善国中校舍外墙瓷砖前庭跟中庭地砖受损的这个状况尽速的来全面更新好那接下来我们请张雅敏议员再继续咨询谢谢我刚才好看我们起户家的人家主管本血骨观察了你们对这个五大变分水门哈变是头变坑的变啦不要怀疑哈很有兴趣所以在这里我们真的要再拜托一下我们的王局长哈今麦记得普准沿岸的这些工程已经全面停工这是咱新的起户哈对地方哈然后对这些建设释出的一个善意那建设局那边现在也有说他们愿意有所变更所以讲文化咱的历史跟这个建筑的进步是可以并行的请你一定要多加努力好不好谢谢啊嘿好了
对啊，咱的李天生议员跟咱陈淑华议员嘛，非常关心咱教育的这个部分哈。我想请问教育局长，来，拜托一下。这一份啊是103学年度国民小学空余教室系部调查分析表，哈、哦，然后呢，103年度它有写已活化的这一份，您有读过吗？有啦哈、哦，好，来，刚刚我们很多议会的同仁哦，都有在关心关于教室闲置教室的活用跟活化的问题，哈、哦，啊，结果那么发现啦、啊。有每个人数据不一样，因为会有加上国中、国小的，哈、哦。那如果加上市长的承诺，甚至连公共的闲置空间都要下去做计算哦。但是咱今晚九零在四个月娘，咱嘛莫强求哈、哦。这是103学年度做的，来，厉害呀、啊！来，总共调查了，请教局长哈、哦，编号到64号。我们现在小学有几间？台中市的这些小学。拢总有几间？这编号到64年，那一定唔拿64间嘛？229哈。小学。那这64间是已经完成的，还是说全部都调查好了，只有这64间有空闲教室？应该不是吧？应该是有活化的。应该已经有活化了，厉害呀、啊！64间里面啊，总共843间哈、哦、空闲的教室跟空间，来活化比率已经到达什么？96.68呢？厉害呀、啊！一般民众的期待跟家长的那种观感差很多呢。然后我来跟大家说，这个是怎么个活化法？举前三名就好。来，没有针对性的啦。不过局长，这是一个警讯，你要非常的了解。编号四，来这个大智国小，伊的空闲空余间数42间，其中大部分提来做啥？22间做行政办公室，6间做啥？文物陈列室。这个是空闲最多的哦。我跟你说，本席发现了这个，这是什么意思？42间内底22间先提来做行政办公室。那以前我们可怜的教职员们啊，唔得拢挤伫沙丁鱼空间的办公。少子化的状况之下，教室给你空出来了。然后呢，我强烈的怀疑，对不？咱大家拢便宜行事，拢甲提来做行政办公室就好啊。来第二名，西区这个中正国小哈，因为。耐震频度哈没这么贵，所以咱跳过去来再看一下。万丰园国小的好啊，49间，25间提来做行政办公室，7间提来做文物室、文物陈列室。其实很简单啦，我们去现场的都有看过啦，有教具室啦，有韵律室啦，然后舞蹈室啦，挂个牌子而已啊，真的有在做吗？有实质的作用吗？不要骗人呐，哈。我们现在都很希望咱的同龄同龄拢感觉啊，民间的一般的期许，跟咱市长的承诺嘛，是拢赶快哈。我们一定要真正的活化，譬如说我们托育一条龙，我们托婴托幼有需要，那我们就幼儿园附属诶。其实这令人评估都拢阿未评估都拢中活化，800几间拢活化，那小朋友何处去？托老何处去？所以拜托局长，唔好阁提这种843间，一间活化96.68%，这种数据不能拿出来了，经不起检验，对不对？小朋友都已经变少了，老师也变少了，怎么可能行政办公室变那么多？那是休息室还是办公室？老师很辛苦，教职员很辛苦，但是你唔好以这种不义之罪啊，局长。闲置教室啊，平常是你养蚊子，现在一说要活化调查，来啊，有问，议员有关心，民代有关心，你才来活化，96.68%怕死人啊，创全国之冠啊，再来咧，没问的咧，真的啦，我们没问的时候咧，放着，像活化石一样啊，没定。谢谢谢谢。哎，局长，谢谢，请坐哈、哦。要注意一下啦，这个教室会不会是这些学校报上来的时候，是不是报的不是很确实啊？哈、哦、啊，请局长注意。在这里感谢张亚明议员、李天生议员、陈淑华议员哈、哦、啊联合咨询啊。接下来由张昌琪议员来做业务咨询，请开始。谢谢陈议员哈，咱办公室哈，啊个，
咱上局长，国赛科长哈，大家午安，大家好啦哈。首先哦，请到新闻局长哈，新闻局长，咱这个第四台哈，有山这啊哈，恁嘛麻烦讲叫伊用共同管歌哈，对，卖甲咱用伫咱的最高定定塌的，你看有啥问题不？报告议员，现在我们第四台的线大概有两种主要的形式，一种就是侧沟，就是您讲这水沟那个部分是第四台的业者去跟水利局申请；另外一种是挂在。有的是咱的沟，什么水利局？就是有的是咱的沟呢。对，就是跟水利局申请，然后水利局统一列管。那挂在空中的那一种是跟。一点呢，塔地砖哇。我知道。对，所以市府希望可以朝共同管沟来做了，但是因为台中市的共同管沟建设比较低嘛，对哦，好不好？会加强。哦，你新的来，我看你够晓少年，要求这个嘛。好，加强来做。谢谢议员。请教文化局长哈，迄、那个咱五峰林家哈，林家今啊有在营运，你知无？啊，营运是到底是咱市府的收入，还是林家收入？甲议员报告，伊迄是即个林家后代应该的英文，啊，收入嘛是因的。啊，时间可比讲啊维修嘞。维修当然伊是固定估值啦，哈。啊，维修也当。维修咱开十几亿个，为大中关的时阵，旧机佫歹，开偌济钱，你知无？当然这是真好啦，不管是啥收入，你若讲好就好啊，我无啥意见。唔过，咱要吸收咱台中市吼，要吸收咱的女主角吼，但可能呾林家较有机会大陆人来遮尔嘛？你讲对无？当然，因咱台中市无啥物所在，互人大陆人要去看嘛。因为因的前辈吼，有一个清朝吼福建诶陆路提督啦，所以讲因有可能会来遮尔，所以袂人就畏惧我谈去。对吧？无就是去阿里山去。啊，咱这是不是本身咱那里要要求嘞？内面是无啥物件嘛。啊，咱嘛是，可比讲咱政府开遐济钱，你讲维修拢咱因收钱，当然收钱嘛。我今日要想要收，遐咱我嘛无关系啦。应当是咱台中市爱收较少嘞啦。台中市伊只一张收200嘛，外围收200个，应当是不是？听我下面讲。台中市更加迅速。这部分咱会当来甲因这个管理单位哈，来沟通。啊，当然一个观光事业，迄个古迹底下啊，来的观光客虽然去遐买门票就去参观，不过伊只要到咱台中的时阵，嘛伫咱台中这个消费啦。很少啦，直接去就拢走啊，就拢为南投去啊啦。伫咱这停的，因大陆有可能较有停，就是直接嘛。对不？伊伫文察的时阵是做过迄个陆路提督啦，吼、哦，做过提督过，马上做真大哩吼。伫、哦、福建，清朝福建的时阵，无紧啊，即你应当吼，阿下面沟通一下。当然维修，当然古迹咱来维修，有当时嘛感觉听起来嘛无啥够有道理，吼、哦，咱来维修啊，钱收，啊维修，无咱嘛讲大同市啊较省事啊，吼。哦我听说很可能嘛。甲议员报告吼，因为伊是固定的古迹啦哈，所以较早维修的经费是由中央文化部哈，啊，包括因的票入门票的票价哈，是文化部决定的啦嘿。文化局嘛有啊。因为你听后面参详看嘛了，好啦，无你请坐啦。好，多谢。我先到教育局吼，咱的党处长啦哈。哦，他都啊讲到。我听起来，你可能拢爱做这大型的呢，来看嘛吼。他拄仔咱那个李彦武在讲吼，我先来请教吼，你去北京倒去买？伊敢讲袂歹啊？你去北京倒去买？我连干嘛要买一支啊？一支要？进前仁川亚运，你知无？我知。一个台军刀摕着冠军，你知无？我知，黄彦文。哎。迄当阵你著看会出工，吴志强未当选了嘛？既然吴市长伫遐等你的时阵，你也带去，民进党带去挥，有无？
那个是我们在沟通的时候好像有出了一点问题啦，有没有啦，跟我问你有没有黄义文的爸爸沟通有点问题，对吧，是不是你当时你看我一定不调嘛，你不要说不要插鼻，不要先让他们先带去飞，是不是这样？他是因为那个下车的地方，因为是他们搭游览车下来，所以后来他们沟通是到一个学校门口这样下车，有没有啦，我说这个有没有啦，那一天的情况的确是跟家长没有讲好，然后我们有做后面的一个沟通。你对不？你我想讲你去目镜真正有来啦，看有啦。不过要讲看无清楚，你认为讲吼，张创基袂当选，所以讲，甲你讲的工课，吼，甲张你注意听，你外层的工课，甲即个无通做，嘿，危险的物件，甲你讲你不爱做，你还讲无钱，是安怎无钱？你到头也无钱。你有答谢？现在有在招标了，现在在招标。今天的招标，今年前，今天的招标，你都跟你讲，我未当算嘛。去年的部分是因为在下半年，所以经费。那么下半年，还是五月下半年。我们一般大概三四月，我们要做一个经费的分配，让不管是区公所或学校也好，他能够做一个招标。你做大型的，我知嘛，大型那像你讲的，安尼就做。你今天去讲中央补助两亿，咱地方配合看两亿呢。啊，破坏四亿外呢？你算小学要算无？咱九百几家是四亿六千几万的停车场呢？刚才你有来纠正呢？恁两名伫倒位置拢蛮讲得清楚，谁会当认同恁？恁位置按改变，包括运动场两个，你请坐啦，我请局长，这敢道理？这个。一个所在两个运动场，够适合。伊就是，这就是在评估的过程当中啦。无啦，啊，你位置拢无妨在，啊，咱来人顶顶，大家麻烦对。你从也未做到遐个声音来啊，啊，恁讲恁都咋做？你拢先占后走就对啦，是不是安尼？好啦，我来请教啦，咱。咱这个陈忠印啦吼，是不是吃个大补助一个选手400块？来员报告吼，是吧？往年拢是够补助各管区，今年呢够补白补助，所以去年的预算就变今年的，就变一个合成啊400块，这是去年的变啊。无要紧，今年使用，变四百块嘛，无呢，为管区个无。啊啦，无要紧啦，变400块嘛，无要紧啦，顶年是变500啦，好，恁来即种。感觉有较好，拢是伊。你讲像恁北社这选手呢？今仔日上俗的吼，新北市上俗的饭店门啦，一间2800啦，四个囡仔钱啦，一顶层钱袂落啦。报告议员，去年含一块都无。哎，含一块都无。嘿，去年500啦。我有要求，去年500。我有要求，好好吼，除了这400块之外，你好。家己嘛有迄个经费吼，爱来补助咱的囡仔。嗯，啊，比如讲伊大个所在，啊，因都选好啊，啊，有超过迄个咱的额度吼，啊，咱学校有咱有个规定嘛。啊，旧年是安怎，咱钱先互因变好销，今年是安怎好销？不，今年其实是变来好销，卡在三月份的资格赛较慢一点嘛。阮其实拢有健身来领钱，头叫人来领钱，嘿，啊，就时间袂赴，吼，对吧？我少数的学校有带电啦，哦啊，但是这个钱绝对绝对无问题。钱无问题，无唔对啊！你今仔日因一间饭店，一个囡仔的负担700呢，啊，你补700，你要付伊无？卖讲食哦，搭一个饭店，一个囡仔来700块，啊，你那补助400呢？食嘛拢卖食，啊，困都困无好，这你敢不知？我拢进前都叫学校，那无够的钱吼，啊，咱来互囡仔会当哦有够迄经费，啊，卖互囡仔搁咧烦恼这种物件，所以这种属性拢有呾好好讲。人遐家长吼是讲甲足济啦，像恁真正够有咧重视选手，人科比袂歹，科比唔过我嘛叫来甲咱学习者，你讲科比讲上欠的，对吧？人科比金牌。一个月要9000的营养补助，一届一年开，二三名人要照顾这运动选手，
咱有照顾，咱就无要照顾啊，对吧？科比加开遐侪钱，加开咱一两千万，我讲叫科比欢迎，伊爱落来甲咱教育学一下。啊，恁是，人科比是咧栽培选手，恁是咧北捷选手。对啦，这咱啊，这事实都安尼安排。无可能，咱来破血啦！因为咱支持咱的家己子弟兵都袂赴啊，那有可能其他对因无好吼。啊，这你今仔日这回，和你讲陈忠运为讲无收咱大中市来甲进啊！你顶年人明明都五百，钱有倒来，迄是因摕到人是怎五百，伊无咧管台你钱安怎来，对不？是不是安尼？我来议员报告吼，因为前中院的制度是安尼啦吼。今年卡出若对县市来升班啊，到部队会计算啊，补助全国各县市的选手一工遮大偌济钱，这拢一定规定啦。啊，去年先我讲啊，因呐，给这营养营养补助这里，这啊，咱哪块对人？哦，拍摄啦吼，因为这是已经比赛，人讲吼比赛摕到冠军啊，啊当有这個，对吧？啊，咱敢无？这件代志啊，无有无？咱的财政确实较袂堪的啦，对吧？系啦，互人的感觉是安怎？你包括主炸拢要唔免讲用这个爱国来核销，恁这种类爱核销，安敢对？无啦，今年的安尼是因为时间上的资格赛吼。啊，较慢一点嘛啦。今年恁头一个接种，啊，这是全国问题，对吧？啊，所以阮嘛尽量吼，进前都叫老师哦，叫校先来领。啊，但是可能有一挂校啊，时间上袂赴，但是啊，稍微先代练一下。讲实在，一挂家长拢讲，经费一定会到学校无问题，嘿，对不？拢替咱大中市咧拍拼，结果得到的啥物？是不是啊？我请副市长回答一下吼。副市长，会长，啊，从这情形你看嘞，咱含人差遐济，包括逐一年拢唔免核销，今年是安核销。主席，谢谢张员吼，议员对下的指教吼，我想对下教育局有甲这个规定啊，甲议员做报告啊，我想重点是吼，自即个开始，咱内底一寡疾病的情形吼，咱会使来做一个检讨吼。唔是，人好不容易每一个拢对选手非常的照顾，咱连照顾都无，即哪能讲一句无钱，啊就解决啦。这部分咱来做一个检讨吼，因为我感觉咱林市长对运动啦吼，啊对这选手一定是全力来支持。啊，全力来支持，这样大家都看袂到啊。事实你是北社吗？顶年啊，五百，你不管是中央补助，还是咱市府补助，老百姓敢知影是倒位补助？对哦，伊明明顶年五百，今年剩四百，一个新北市上俗的房间，用去做两千八。是，只会囡仔只做一间。原报告啦吼，因为咱即马执行的拢嘛是进程都已经变咧104年以上啦吼。啊，另外议员的指导啊，咱来对。咱的运动选手的培养，也是讲相关的这经费吼，我想咱会做检讨。无啦，我知影教育长伊毛体市长想啦，咱较无钱吼，所以讲咱的成绩提较歹咧，较免阁加一寡奖金给人啊，是不是安尼？好啦，有人，咱对运动选手啦，是安尼。哦，做希望咱的选手大大个只，400块，因呾大只饭店一日就要负担，加出300，阁来吃咧。真正你嘛要替讲选手，选手替咱竞争。好，我请咱的会计主任回答者。恁一日头前食的吼，出差一天偌济，食较大。家己原报告吼，出差那离个对台北较高雄之类，咧干一天袂哩大啊。伊种出差那也较大偌济啦，超过60公里吼，一天是400。啊，那离个台中市60公里以内是200块，也较大嘛，400。哎，对。啊，超过60公里也大。有啦，闹大的话，另外要有大的钱啦吼。啊，那离种个台北甲种个高雄之间吼。你若60公里以上，一天的散茶费400块。啊，那60公里以内是多大？挂大，挂大，挂大。啊，那有大的，一天是1600块。1600块，啊，这选手天然战争那400，那差侪。咱先做人看好不好？哦，做科比看。有啊。
由咱来检讨啦，好不好？啊，这营养补助费吼，营养补助费是全国该台北市有尔啦，嘿。啊，咱来思考啦，嘿。是，议员对啊，指导的吼，指导这個，我想对咱台中市这选手的培养啦，啊，加这经费，咱来做一个检讨，好不好？是是。嗯，这咱来做一个较深入的检讨，来欢迎伫后边的这个甲选手的支持啦，吼。好，是是，感谢议员吼。好啊，局长请坐哈。啊，谢谢张昌吉议员的优咨询哈。啊。伊讲了真侪重点，啊，再请大家啊，等于检讨者哈。啊，现在是休息时间，我们休息到12:45啊，然后再准时开始下午的业务咨询。好，我们现在休息，谢谢。